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周三读书会啊，因为周三读书会是一个已经在台湾的阅读界文化圈，呃如雷贯耳的品牌啊。我先我想先问一下在座有人，不管是亲身去台中参与过，或者在线上参与过周三读书会的朋友举个手好不好？你看这么多，张先生你回头看一眼，这么多人都举手哎，谢谢你们啊。要是没有参与过也没有关系，因为这是一个将会持续不断举办下去的活动啊。在过去三年里面，包括我们挺过了疫情。 呃，出版业经过了非常艰难的一段时间，然后呃，在座我相信有很多文化圈的朋友，我们见面的时候总是会互相抱团取暖一下，虽然环境这么差，我们总还是有些事情可以做。我想在座很多很多人都要感谢张宏志先生当时呃起心发愿啊、呃，开始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嗯、呃，把读书这件事情回归到最朴素的分享的心情，就这么持续的办下来，捐滴不舍，居然也就汇流成了。 影响力这么大的一条大河啊！那今天我们可以说是一次，我不知道应该说是军火展示呢，还是成果验收啊？但是我们邀请了十位非常、非常，我我这样讲，我我也放在里面，十位还不赖的演讲者了。那么呃，大家各自带着自己的梦想、自己的心得，想要跟各位分享的心情，还有呃，不止十本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书。 我相信今天晚上一定会是一趟丰收的旅程。我们先热烈掌声欢迎第一位李慧珍。呃，之前接到主办单位的那个题目是二零二四的阅读计划，可是不好意思，因为我阅读上来没有什么计划，所以还是很感谢主办单位愿意让我还是上台分享。所以我想我就当成今天的帮大家暖场这样子。 呃，我会分享阅读跟我的关系，还有这几年推广阅读的道路上，经常必须要回应的问题。好，首先是买书的原因，我忘记是前几年，好几好些年前，我不知道是在詹先生的书里头，还是詹先生的演讲当中，我听到詹先生说，他每一段时间会在心里放几个关注的题目。 那呃，也许那时候的这个谈话，在我心里种下了种子，或者是我可能也是这样子的人，所以那段话我特别有共鸣。所以我发现，我每一段时间也会有一些关注的题目。那我觉得这些关注的题目，它很自然会在我们心里形成一种雷达，就是你遇到相关资讯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捕捉。所以在我选择要读什么样的书，或者是跟哪一些书相遇的时候，我发现这些关注的主题会带领我走向他们。 然后第二个，因为我自己是编辑出身嘛，所以我对于编辑方式很有趣的书总是特别感兴趣。所以，譬如说像是赵广超老师的书，赵广超老师他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艺术家，他是我所见少数就是可以集文字、设计、插画、书籍企划于一身的一个很厉害的作者。所以阅读他的书非常有趣。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可以把很精炼的知识。 输出成一个可口的书，就是读来非常非常有趣，而且你会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像这样子的书是我非常佩服的。所以只要我买得到赵广超老师的书，我一定会收。那另外就是看这些编辑很厉害的书的时候，其实我常常会得到很多做书的灵感，然后会让我对于企划跟创意会有很多的启发。 那这两本书是我在2018年跟我女儿去日本进行一趟一个月的书店旅行。那那一趟旅行当中，我们去拜访了六十几间书店。 这是在福冈的一间书店里头买的书，然后我发现日本人就是很厉害，他们很注重细节嘛，他们很会做词典，就是把一个很硬的题目做成很有趣的书。所以那趟旅行我看到非常多各式各样有趣的词典，那像这两本也是，就是呃天空词典跟星空词典，它里面的那个编辑方式也非常好玩，就是你会很会很想要去阅读它。 我就在想，每一个做书的人，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对吧？不是只是把书做出来，我们的目的是希望有读者愿意把它买回去，然后愿意阅读它。我觉得像这些做书的这个方式，我都很佩服，也会让我觉得出版其实还有很多可能性。然后第三个就是很单纯，我觉得那个书做的非常非常美，我就会很想要买。那这一系列是博物馆系列。 嗯、呃，国内的大家出版社有出版一系列他们的中文版，已经出版的有菌菇博物馆、树木博物馆等等。那这两本是还没有还没有中文版，所以我买的是原文版，就是呃海洋跟天文。它里面的那个纸张，还有它的那个照片跟图画都非常精致，非常非常美。后、啊、我每次就是呃工作。 有一点疲惫的时候，我就会去我的书柜，把这些书翻开来看，然后看的时候就会得到很多的疗愈，就觉得哇，好舒服，好喜欢，然后心情就会很好。所以像这样的书也是我一定会买的。然后譬如说这本是讲恐龙，这事实上我完全没有在研究恐龙，但是就是因为它做的很漂亮，然后里面的图那个插画的方式、印制的方式，还有那个纸张那个触摸的感觉，就是翻开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好舒服哦，我好喜欢。 像这样的书，然后像这本，它是在讲热带雨林里面的动物。那它里面就是一长条很长的一个拉页。那正面的话，就是你可以仔细看，可以看到里面隐藏非常多种动物，就是白天活动的动物。那它的背面呢，就是夜光油墨印制的，就是你灯全部关掉以后，它会非常清楚，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夜行性动物。就像这样的书，我就觉得好有趣、哦，而且它的插画好好看。 所以你可以看很久，所以像这种书我也会买，所以我会买的书的类型非常多 <laughs>。OK，然后对我来讲，我觉得现在的纸本书，就是如果它只是资讯的话，我们有网络，有非常多管道可以跟可以获取资讯，对吗？所以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我们还要把它做成纸本书。对我来讲，那就代表纸本书本身就是一个作品，它不只是承载资讯而已。好。 那跟书相遇的方式，呃，我经常觉得，就是因为很多读者会问说，好，他想要开始阅读，可是不知道要读什么书。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其实你只要从一本书开始，一本书自然就会带你到下一本书。好，譬如说《人类式的资本论》是我那时候参加环境文学营，有一位讲者推荐的。然后不止一点疯狂乱，但是更好是我读某一本商业书的时候，那个作者另外推荐的书。 也非常好看。然后《有限的与无限的游戏》是我听樊登说书的时候他推荐的。《宝宝也是哲学家》绘本之眼是我之前听蓝俊宏老师的演讲，然后他推荐。那呃，有准就是我之前 Parkes 节目访问张伟雄大哥的时候，张大哥推荐。然后《禅定荒野》是郭雄推荐。就是你会因为一本书或是一场演讲，你就自然而然会接触更多的书，所以其实那个阅读的地图就这样打开了。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实体书店真的非常棒，我很鼓励大家时不时一定要去实体书店走一走。因为如果我们现在是要买一本特定的书，就是你已经很清楚你要买哪一本书，是手机打开来就可以买，对不对？买书管道非常多，可是为什么还要去实体书店？因为如果是你完全不知道的世界，手机是没有办法满足你的。 可是，当你走进一间实体书店，譬如说你来到成品，你可以立刻跟很多未知的世界相遇。所以，我觉得这是实实体书店非常重要的价值。好，那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还要阅读？各位有遇过这样子的问题吗？你心里的答案是什么？我经常喜欢引用赫曼·赫塞的说法，他说：“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但是他们能让你悄悄的成为自己，对吧？” 就是阅读一本好书，不能保证你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也不能保证你可以赚大钱，什么保证都没有。可是它可以让你探索自己，可以让你认识世界。好，这是呃读小兽办的活动。读小兽有一个活动是在书店里头，就大概是十个人的规模。 那有点像读书会，可是跟传统读书会不一样，就是读者不用做任何准备，人来就可以了。然后我会请大家现场选书，然后现场读二十分钟，然后再回来分享。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因为你会发现同一个书店，但是十个人选的书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选书就反映你的内在。 对吧？你的梦想、你的焦虑、你的渴望，所以其实你的阅读从选书那一刻就开始了。所以我经常鼓励大家，不需要太依赖别人的推荐书单，我们可以参考，可是最重要你要自己去选书。所以阅读是探索自己的起点。好，那这本书是我在疫情期间读的，这是我以前其实不太会读的书，可是因为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会焦虑嘛？然后对这个议题好奇。我也是在某一个独立书店的时候遇到他，后来读了以后觉得哇，这本书写得非常精彩，很好看，像小说一样。因为这个作者他就是去追索这些人类历史上特别严重的这些大瘟疫，去追去探索它的始末以及它形成的原因。但这本书非常厚，快要六百页。 那我看完，我觉得非常好看。可是看完以后，他其实他并不会给我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就是现在的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以及它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可是我读这个书的时候，我觉得他给我很多观看这个世界的角度啊，所以我得到了一个很深刻的心得，就是我们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三分钟影片，对吧？有很多懒人包。 啊，有时候我们对一个事件，我们需要一个快速的解答，我们会运用这些方式，别人帮我们整理好，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可是我觉得，对于我们人类至关重大的议题，得到一个简便的答案其实是危险的。所以，为什么还要读？有这么方便的网络时代，为什么我们还要读一本五百六十页的书？啊，因为我觉得读书并不是为了给我们简便的答案，我觉得书是来帮助我们思考的。 好，那至于什么时候阅读？因为我推广阅读的时候啊，我最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跟我讲说：“哎，我很忙，我没有时间读书，对吧？”各位身边不阅读的朋友，是不是也常常会这样子当成一个借口？那所以，我刚刚说在这个书店的这个活动的设计，二十分钟的阅读，其实我有一个用意，就是想要让大家去体验，其实二十分钟也有二十分钟的收获。 对不对？所谓的阅读，并不是我每一天一定要有一个一两个小时正襟危坐坐在书桌前，这个才叫做阅读。其实我觉得它不是一个这么严肃的事情，因为我们每一天都有很多零碎的时间。那你会发现，只要这本书有一段话、有一句话打动了你、触动了你，其实这本书对你来讲就有价值。好，那读小说计划常常在提为无,无目的而读，为什么要为无目的而读？啊，我举一个例子。 呃，独角兽成立那一年，我们参加了读呃导座市集。那可是因为独角兽，我不是书店，也不是出版社，其实我没有东西可以卖，对吧？所以我就用策展的方式参与。然后那时候我提出一个标题叫做“三本书策一个展”，就邀请了十五位译文设计界的朋友，请他们自定一个主题，然后选三本书来诠释这个主题。好，所以这个是摄影师陈敏佳的主题，叫做“活着”。 那我请各位看一下这三本书。我最喜欢举这个例子，就是各位看这三本书，你觉得这个选书的人他的主题是什么？可以在心里猜一下。好，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直接讲答案。他的主题叫做谈恋爱。啊，你会不会你会觉得很纳闷？OK，村上春树的书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也许有一点关联。可是创意年历学跟品味从知识开始，一本是讲创意，一本是在讲设计跟行销。 谈恋爱到底有什么关系？好，可是这个就是我测这个展的目的，因为我想要让大家知道，并不是一本谈两性关系的书才会带来对爱情的理解，对吧？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对一本书最大的收获，其实都来自意外的收获。所以我觉得如果只是为了目的性的阅读，有时候会错失许多更精彩的东西。好，那为什么这个时代还要买书？ 各位回想一下你自己家里的书房跟书柜，特别是我们的家里的空间都有限的话，你会留下来的书，经过很多太换还会留下来的书，一定是对你的生命有特别意义的书，对吧？所以其实你家里的书柜就是你走过的历程。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数位的阅读或是电子书没有办法。 替代的东西，就是这些书在我的房间里头，在我的书柜上，即便我不会再把它拿起来读第二遍，可是它们存在在那里，依然会提醒我我曾经经历过什么。那我曾经从这些书里头得到什么样的养分，它会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跟支撑。 那如果呃，大家对于就是说为什么要买书，为什么要去书店，为什么要去，为什么还需要阅读，还有很多的这个我自己的一些心得，我写在《给未来的读者》这本书里头。那这本书的设计封面是星空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阅读，就像我们刚刚讲，一本书会带你到下一本书，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阅读会在我们内在形成一个自己的宇宙。我觉得。 书其实就是生命的地图，那生命的地图其实是没有边界的。好，那如果各位要对就是我的推荐书有兴趣的话，其实有几个地方各位可以参考。第一个当然就是独角兽计划，这个就是呃我最主要推广阅读的一个粉砖。那呃我看过的我看过的书，而且是全部看完，然后并且非常喜欢的，我会在独角兽计划粉砖分享。 那我自己有一个个人的 IG，这个分享就比较随性，就是可能是我每一天在读的书，那也许还没有读完，但是读到了一点有趣的东西，会在这个 IG 上跟大家分享。好，然后我今年有一个新的一个 podcast 频道，是 IC 之音的邀请。那这个呃节目的名称叫《独角兽的灵感图书馆》，就是每个礼拜我会邀请一位来宾，然后呃会定一个主题，那个主题通常就是我觉得这个来宾。 讲的时候，他的双眼会最发亮的那个题目。然后节目结束之前，我跟来宾会针对这个主题推荐一些我们想要推荐的书。然后今年还有一个新的实体空间叫 A Reader，在台北的武昌街。那这个空间它其实不是书店，所以现场的书是免费阅读，但是不贩售。呃，我想要借这个空间，就是每两个月我会推出一个主题，我想要借这个主题去分享跟沟通一些重要的议题。 好，所以我们有开始有天文书店，然后旅行书店、漫画书店、文学书店，呃，接下来要推出的是无用书店。那在每一档的主题的时候，我们会办一些跟这个主题相关的特别的活动。所以在天文书店的时候，我邀请那个台湾暗空协会的理事长，把大家带到那个顶楼去谈暗空的重要性，还有现在这个光害污染的问题。 那接下来的无用之用呢？呃，明年会有一个大型的活动。我特别想要提这个题目，是因为我觉得在很多的层面上，我觉得我们的社会还是一个比较功利性的社会，就是对很多东西会用有没有用来做评判，对不对？包括我们要选什么样的科系，我们要选什么样的职业，身边是不是会有很多的声音跟你讲说，你念这个有什么用？ 好，你学这个有什么用？可是我觉得有没有用这个问句，恰巧我觉得是残害我们的生命发展最，我觉得最不好的一个问句。因为每一个人视野都是有限的，那用你有限的视野去决定这件事情有没有用，我觉得他会非常可惜。特别用在阅读上也是，如果我们都只是根据有没有用来选书的话，就像刚刚讲，我觉得会错失很多精彩的东西。所以根据呃无用书店。 的发想，明年会结合独角兽计划，我想提出一个叫做“独角兽行动阅读日”。啊，我希望未来有很多机会，我们可以把阅读者带到一些意外的地方，因为意外的地方会产生话题，我们就有机会去沟通我们要阐述的一些题目的讨论。那第一场明年我们会办在国家音乐厅，就是把阅读者带到国家音乐厅来阅读。 那这件事情，我其实有几个东西想要谈，一个是刚刚讲无用之用，一个是宁静，还有一个是独处，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正在失去宁静跟独处的品质，那这些东西恰巧我觉得是一个人生命的核心。 所以这个现场进行的方式一样，就是刚刚讲独角兽的二十分钟阅读，我一样会带到国家音乐厅，但是我们会穿插管风琴的表演，这是邀请到于小怡老师来现场演奏管风琴，所以让大家二十分钟阅读之后有一个十分钟的音乐欣赏的休息，那。 如果大家愿意带书来，我希望大家可以针对我们想要扩散讨论的这些议题去做选书。所以为什么它叫做阅读行动日？因为我觉得行动就是一种宣誓，就是一种发声。我觉得阅读者虽然是很安静的，可是我们可以借我们阅读的东西去讨论我们觉得重要的事情。那这件事情，我想之前没有办过，以后可能也不会，也许就是唯一的一场。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记一下这个日期，就是一月八号中午十二点开始售票。 好，那最后跟大家分享这段话，就是一旦你开始阅读，你永远都是自由的。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李慧珍。我想今天会到这边来的读者朋友，你一定有一些书在手边，对你来说非常重要。在别人眼中，可能它是无用之书。啊，最后这个阅读行动非常非常酷啊，我也很想去参加。好的。 呃，李慧珍从编辑人变成了作家，变成了一个以读书为业的专业的读者啊。那她的第一段分享非常精彩。接下来的这一位讲者，我们请詹伟雄先生上台，他要从《安娜·卡列尼娜》带我们回顾十九世纪，掌声热烈一点吧。这也是一位以读书为业的文化人，欢迎詹伟雄。啊、uh, uh, uh，呃，呃。 蛮高兴的啊，置身于台上啊。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十个人其实是一个一组非常勇敢的团队啊，因为在今天晚上，其实我们 PK 的对象非常巨大，因为是五月天的跨年演唱会。那还有另外一组团队也非常非常的巨大，那组团队现在正在脸书上招募成员啊，他的粉丝页的名字叫做“在大安森林公园一边哭泣一边跨年”。 那我也加入了这个团队啊！我今天下午加入的时候是两千一百个人呢、啊。好啊，身为两个勇敢团队的一员，我今天跟大家报告的我的阅读计划大概是这样。哎，要下一张啦！哎哎哎哎，哈，hello。哎，你在台上有一个那个遥控的，可以自己按。对。我啊，是我遥控的，是。不好意思。对对对对对,对，你自己按就好了。OK OK。好啊。 我的题目是《逆溯十九世纪》啊！我跟大家报告，就是我最近这三五年的读书计划，其实今年仍然持续着。那这个计划，我我把它取了一个名字，叫《逆溯十九世纪》啊。那套用一条，不，不是，他用一首披头士的歌，马芳应该很熟悉，叫《Long and Winding Road》，就是十九世纪其实是一条漫长又蜿蜒的道路哈、啊。 那为什么要讲？为什么要去理解十九世纪呢？呃，很重要一点是我其实这三年置身于疫情的台湾，我觉得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保持着社交距离 （social distancing） 嘛，对不对？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心灵，因为那个群组里面的高压的张力，却把我们每一个人都黏得太紧。我其实内心世界里面有一个想要脱开的冲动啊，所以。 刚好三年前，呃，张先生召集的周三读书会，他让我有一个机会重新去读了十九世纪的小说，我如获至宝了。也就是说，那些小说大部分是我高中跟大学时候读的，可是我重读的时候又发现了新的阅读的乐趣。所以从三年前开始，我就乐此不疲的去读十九世纪的小说。那十九世纪。 它跟其他的世纪比较不一样的是，现代的历史学家通常会把它称之为，它是一个 long century，一个长的世纪，不是只有一百年的世纪。呃，史学家通常会从一七八九法国大革命呃的那一刻开始，一直到一九一四啊第一次世界大戰,战爆发的这段时间，通称为一个漫长而蜿蜒的十九世纪。 那英国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邦，他他把这三个地方，三个一百二十五年分成三段。第一段是一七八九年革命的世纪，那第二段是一八四八年马克思出版《共产党宣言》的那一年，他把称之为呃资本的世纪。呃一八六五年当全世界的欧洲的列强开始向全世界去屯垦征服、实行帝国主义的时候，他把称之为帝国的世纪。 那相较于十九世纪的漫长，二十世纪霍布斯邦他称之为一个缩短的世纪，a short century，啊，从一九一四年定义到一九九一年苏联的解体为止。大家听我讲霍布斯邦对这个年代的分类，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左派的政治经济学者啊，所以他的全部的分类里面包含着对革命的向往，以及对社会主义幻灭的失落 那理解这个十九世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十九世纪是我们现代生活制度化奠基的一个世纪。我们所现在我们所生活世界里面，每一个国家都是国主国家了嘛？哈，那几乎大部分的社会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社会都崇尚技术论，也就是工业革命仍然不停的运转，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发生了都市化的过程，那全世界。 第一波的全球化，第二波的全球化，全球化的过程永不停歇。那我们也经历了大众传播媒介所带来的沟通的革命，这些都是，呃，现代的生活之都。那所有的这些现代生活之路，全部是在十九世纪奠基的啊。所以，我有一点想回到那个遥远的过去，是了解我们现在现在人怎么变成现代人啊。所以，呃，我在阅读里面感受到这样的快感啊。 啊，uh, 康拉德在一九一五年就说，讲我们说十九世纪的末段的时候，他写的一个小说短篇小说叫《胜利》，它里面描绘的主人翁，他用一个非常兴奋的眼光看着眼前不断变化的十九世纪，他说：“我就是这世界，现在来拜访你。那”啊，那我用康拉德一句话来影射到我们现在这个现代性每一天日新月异的过程，我们何尝？ 不是等同于康乐德当年小说中的主人翁吗？哈，所以啊，呃,呃，当我知道十九世纪它具有这样的影响力，我会不禁追问了哈。生活在那个世纪里的人，叫我们说现代人的话，他就是我们的老祖先。他面对一个变化多端的世界，他的内心的胸怀情怀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是我阅读十九世纪小说的开始。 啊，我终于知道这个操控权在我手上哈。啊、呃，假如我们说，呃，现代生活是一个大的桌面啊，那这桌面有四只脚，那这四只脚约略了哈、啊，这不是我的意见，就是呃，现代非常历史很多历史学家的意见，他们他们觉得你大概读四本书就可以明白现代呃、啊、社会是怎么运作。第一个是呃、啊、米尔的《论自由》啊。 那第二个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个是达尔文的《物种原始》，第四个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这四位、呃，我们讲说巨人啊，思想的巨人，其实都是十九世纪的人物哈。那当然、呃，他们都是社会的研究者，所以他们不是创新提出这个理论的人，他们是社会，呃、教会他、呃，必须要用一个理论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哈。米尔的。 论自由，它其实呃奠定了我们现代人生活、政治、社会、经济的所有的自由的理论基础啊。那米尔主张女妇女的参政权，所以在座的呃这个女性朋友们，其实他就是最早支持呃你们跟男性有相同权利的那个鼓吹者、那个号手。那米尔也是第一个提出非呃多数暴力尊严的。 政治学家啊，他觉得说，在民主制度里面，其实你要，呃，最提防的是多数的暴力。那马克思的《资本论》，也许很多人认为说啊，他标举了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年代的到来。其实，《资本论》他做的最大的贡献是肯定了工业革命的无可逆转啊。那达尔文的《物种原始》，他直接杀死了上帝啊，因为在西方世界里面，本来想说上帝。 呃，造了所有世界的生物嘛？但是达尔文告诉你，其实透过科学实证的眼睛看过去，啊、呃，上帝并不是催生物种的那一个人啊。啊、哦，弗洛伊德他告诉我们，啊、呃，我们的身体里面其实住着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认识过的我们自己啊。所以这四个人，他奠定了我们讲说现代生活的那个那个非常广大的那个桌面哈、哦。但这个桌面上。 我们其实就必须要去想另外一件事，就是桌面上是平整的吗？其实不是，它是高山深谷啊，所以它有非常皱褶的表面积啊。我们的情感怎么运作？我们的思维怎么运作？我们审美的能力从何而来？我们所有感性世界的来那就是那个皱褶。在我看来，当你知道那四个人的立论基础，我其实要了解的是。 那一个时代的心灵世界啊，那只有透过读小说而来。在我讲小说之前，我们看一下一七八九年的时候的世界的模样哈。那时候欧洲是各个宗主国还是封建的年代哈，所以你注意看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哈，Holy Roman Empire，它占据在欧洲欧洲中心的位置。在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它还是一百多个小。 小型的国家组成的一个松散的邦联，所以伏尔泰说，神圣罗马帝国其实既不神圣，也不罗马，也不帝国。那最终在拿破仑一八零六年发动一种战争，就把它给消灭了。哈，但一七八九年，它是近代的开始，十九世纪的开始。它到一九一四年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到一九一四年，我们看到了德国已经被。 呃，统一了哈，一八七零年，俾斯麦就统一了德国哈。那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发生在巴尔干半岛嘛哈，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整个欧洲已经，你已经看到现代国家的雏形。本来意大利是分裂的，现在意大利也变成一个国主统一的国家了哈。啊，另外一个十九世纪的重大发明就是火车了哈。你看这个是我秀出来是是一个整个欧洲的火车的呃铁路的地图哈。 呃，我这边大概呃要讲一个数字，说我要看一下哈，啊，如果我说呃，十九世纪人类其实最具有影响力的发明，应该就是铁路哈。一八零四年，英国先发明了第一条铁路啊，就是第一条铁路通车。可是因为轨距的不同，所以整个铁路在欧洲并不普及。一八呃一八三零年呃铁路之父斯蒂芬森统一了。 欧洲铁路的轨距就是一百四十三点五公分之后，欧洲的铁路建设突飞猛进啊！呃，一八四零年的时候，欧洲前十大铁路的拥有，呃，十大铁路拥有国的总长度是三千八百九十七公里啊。可是到了一九零零年，总长度就到了二十五万七千七百三十四公里。那其中俄罗斯是增加最多啊，有二十七公里增加到五万三千两百三十四公里。 那跟大家讲这个，呃，铁路做什么用意啊？铁路在我看来，它至少促成了现代生活里面三个非常激进的改革啊。第一个是工业革命的加剧跟普及啊，因为你可以把煤炭跟铁砂很快的运到啊欧陆的各地，所以所有的都市都开始啊展开了大规模的这个城市建设，还有工厂的建制。 第二个是国族国家的组成，那这中间最大的呃呃最显著的例子是法国，你可以看到以巴黎为中心，它的铁路网，铁路所到的终点讲法语的地方就是它的国界啊。那第三个是对人心有更大的影响的是，铁路它呃从头到尾的彻底的摧毁了传统家庭，因为它让所有的人开始移动啊。那这个就呃。 催生了我阅读这次要跟大家讲的小说，叫《安娜卡列尼娜》。安娜的命运就是来自于这条铁路的建构了哈。呃，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当然到圣彼得堡，在一九二二年之前是俄罗斯的首都啊。那一九二二年之后，首都才到了莫斯科。莫斯科虽然是比圣彼得堡大很多的城市，但是圣彼得堡在公元一千七百年彼得大帝建构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往西方看的城市，所以。 啊，这条铁路的通车，托尔斯泰就把它作为他撰写《安娜·卡列尼娜》这个故事的背景啊。我们也要必须要感谢到有这条铁路，我们才今天才可以看到这一部还蛮伟大的小说啊。啊，谈这部小说之前，我先大概花一点时间讲一下小说了。小说是一个同样是一个十八世纪的发明，但是它十九世纪壮大成一种当代文学里面最显著的文类 啊，他的理由很多，但是我选了二十世纪初的一位英国小说家劳伦斯，他在呃小说论里面他讲的一句话，他说：“小说是一个伟大的发明。”我刚才已经讲了哈，啊，比伽利略呃伽利略的那个天文望远镜，或者是呃某一个人的无线电报，其实是是更伟大的。小说是人类表意形式，到目前为止所能得到的各种表意形式里面。 最高阶的一种啊，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它其实讲的是小说，其实它不只是一个故事啊。你读小说的人知道，你读完故事之后，你其实获得的是一个世界啊。小说让我们旅行到我们没有办法亲身去旅行的地方，小说让我们体验到我们没有办法活过的人生。那当我们呃作为一个呃扮装扮演者，从小说的情节跳脱出来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新的人，所以读小说，像是我们一般人讲的是，我们要逃避眼前的现实才去读小说，而是我们要抓到一个新的视野，重新进入我们的现实生活，啊，一个最伟大的工具哈，啊，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要跟大家介绍《安娜·卡列尼娜》这本，大概应该是十九世纪里面。 呃，许多文学评论家称之为呃最伟大的小说，但我个人认为说，与其我们称它是一本伟大的小说，不如我们说它带领了我们做了一场伟大的探索，心灵的探索哈，啊，或者是人类处境的一场伟大的探索啊。在我我结晶简短的来讲，第一个，它告诉你啊，十九世纪发明了浪漫爱这件事 （romantic love） 啊，因为跟着法国大革命的结组。 其实人获得了自由，米尔就跟你讲说，你已经其实人生而自由，生而平等了吗？那浪漫爱一发不可收拾啊！但是，一发不可收拾的浪漫爱的终点会是什么？那个后果会是什么？你在追求这个呃激情的时候，你能够预想并且能够规避那个后果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托尔斯泰讲呃，人类的道德生活如何可能？人需不需要道德？ 那假如人需要道德的话，那个道德或合以生活的灵感，你要从哪里来？你不可能再从宗教来嘛？他也知道宗教不可能提供这个答案，那你要怎么而来？安娜卡列尼娜基本上是处理这两个问题，啊，但他深深吸引我的啊，这也是内博可夫讲的啊，就是说，呃，这个托尔斯泰说教虽然很有一套，但是他觉得安娜卡列尼娜最迷人的地方，永远不是那说教的部分，而是。 托尔斯泰最，呃最高明的写实主义文学技巧哈，呃，写实主义是什么？在十九世纪，他跟着科学实证论，跟着达尔文的物种原始，他其实成为那个时代的心灵显学哈。所有的人们相信，所有的事眼见为凭，所以写实主义小说家他们有一个铁律啊，就是说，你唯有用可信的，呃，你你唯有去描写。 有可信度的小说的人物主角，让他置身于有可信度的社会生活之中，然后进入了有可信度的，或最好也有趣的事件里面产生的反应。那你要竭尽所能的去描写它，所以在十九世纪，我们其实有两个伟大的女性，我我至少我在我阅读的时候，或者说我在呃文学评论圈看到非常多的人。 呃，共荣跟我有同样的想法，说我们创会为两个女人着迷，一个是福楼拜写的《包法利夫人》啊啊，呃，艾玛包法利啊，OK，好，好，终于面对面对了那个人生的宿命，所以原谱是对的哈、呃、啊，另外一个就是安娜卡列尼娜哈，我身为一个读小说的人，我忍不住在小说里面要跳进去,去跟安娜讲说，哎。 你你今天晚上千万不要去歌剧院看那个歌剧，那你也要千万叮咛叮咛安娜，哎呀，你这一辈子都不要去接近啊火车，哎对，哦，所以安娜卡列尼娜他在托尔斯泰高明的写实主义下，整个俄罗斯在十九世纪的现代性的黎明的所有的生活场景历历在目哈，从餐桌上肥美多汁的鱼子酱哈。 以及我在小说里面我最喜欢的我的好友原野上见多识广猎文的那一只猎犬叫拉斯卡啊，啊，还有安娜皮肤对时尚衣着那一种歇斯底里的敏锐触觉，以及啊托尔斯泰对官僚体系昏庸的非常细微的描写啊，这场景多么相似它他几乎在我看来现在。 阅读的角度看，它是最完美的多物种、民族著的民族志的书写。哈，安娜的自杀，它代表着是人类的生活从大地的秩序让渡给城市的秩序，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啊的。我们讲说殉难的故事也好，但是托尔斯泰通过他拯救了自己，他其实也拯救了非常多在现代化过程里面苦恼的阅读者。哈。 我还是挺快的，没关系的啊。两本，通常哎，这个，呃，这个技术我其实以前常常有，对吧？好，不会太长啊。呃，延伸的六本可以支持我在阅读十九世纪那四支理性之角所支撑的那个很复杂的、人性的呃这个高峰、溪谷交叠的那个地平面哈，大家知道。 我们在爬山的世界里面，山里面的空间感跟平面是不一样。啊，平面上如果山起来的话，它有非常多的皱褶哈，所以有人统计过，台湾是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面积，是我们把表面积全部把它摊开的话，我们是三十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云南省的大小哈。所以，那四只脚上面，我们可以透过另外六本小说的补足，让你掌握到十九世纪现代世界的某一些风貌哈。 啊，呃、艾玛她处理的题材是一个少女的美德跟她婚配的关系。那你可以知道英格兰乡间贵族的那种生活的样态，《荒凉山庄》是一本政治经济学版的孤雏类哈。狄更斯的所有的小说都在写孤儿、写小孩，但是在《荒凉山庄》里面，他更精彩的是勾勒了伦敦这个巨无霸型的城市，加上帝国的几乎走不出牢笼的司法体系哈。 那第三个是呃，现代心理小说的始祖啊，一个失败者的无情的自述啊，就是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俄罗斯苦大仇深的心灵世界，是杜斯托尔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福楼拜的情感教育跟《爸法一夫人》不一样的是，他深刻的刻画了巴黎这个城市里面那种非常功利而现实的中产阶级的阶层分野啊。《黑暗之心》康拉德处理的是。 一方面是让人家非常羡慕的海洋事业，另外一边是让人家觉得非常恐怖的帝国主义霸权。汤马斯曼在二十六岁的时候写的《布登波洛克一家》啊，他要勾勒的是一个世代的家族怎么样在很短的时间内被资本主义所摧毁啊！但是摧毁他的其实不是任何的武器或者是财物，而是这个家族的后代越来越单念于诗歌、艺术和审美。 所以这是一本非常非常非常深刻的小说，所以这六本小说是我的延伸推荐跟阅读了哈，啊，我摘录了这三个非常啊非常棒，那那我再讲第一个就好了，第一个是巴尔扎克在《高老头》啊，一八三五年写的小说的第一章的前四页里面，他就接住了那个年代小说家的使命啊，就是让我告诉你，这个戏剧既不是虚构的。 也不是罗曼史，所有都是真的啊！这是写实主义的，哦。然叫真言啊，真实到我们皆可辨识出它的某一些部分，接近我们自己家中的日常，甚至就在我们的心里。那这段我引的是安娜哈，这是内波可夫他最喜欢的那一段，他觉得呃，安娜卡列尼娜基本上可以把另外一个主角列文的部分，其实大规模的删减，然后真保留安娜就可以。他觉得安娜的。 那一卷卷垂在他细微的脖子上的那个卷发，就足够指挥《安娜·卡列尼娜》整本书的阅读的快乐。这样，啊，第三个是狄更斯的描绘了，他觉得伦敦其实就是一个大恐龙啊，侏罗纪公园行走的一个一个现代的呃、啊、黑暗世界哈啊。在最后一页哈，所以立说十九世纪是我们体验到一个事实：过去其实不仅是过去了。 它也是现在啊，艾略特说嘛，哈，叫做历史意识，啊，它涉及到一种感受，就是我们任何人都可以感受到，就知道这个过去不仅有过去性，它其实也有现在性啊。那人是一在多物种世界的眼光来，人是一个有文化性的物种的。所谓文化性物种是什么意思？我们有能力带着一双未来的眼睛，去到遥远的过去，做着当下的探索啊，这是人的。 特殊的本领啊！那我也相信一件事，就是说，当我们要理解事物，我们必须去生活在事物当中，那我们也必须让事物活在我们的心中。那十九世纪正是一个遥远的恰如其分的过去，那十九世纪的写字主义也是一个让你活在其中，感受到当今多物种民族志书写魅力的一个文学世纪啊！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詹伟雄。下一位讲者，他是非常优秀的编辑，他在《连妇》呃非常多年啊、呃，他是我很尊敬的作家，他的散文是第一流的。我在他的文字里面读到了，读到了时代的细腻，读到了人情的温度。啊、呃，我们热烈欢迎余文正，他今天要分享一千多页的一部大书，来。 我刚刚坐在台下，因为冷气的关系，有一点发抖啊。然后，啊，听着《安娜·卡列尼娜》，我就想起那个安娜坐上火车，然后雪花重重的雪花落在火车顶上的那个场景、啊、不过，因为我知道我只有十八分钟，我们必须离开安娜，来到离宾汉和苏东坡啊。我好像对这里就可以啊。好，我先说一下我为什么会选这一部书啊。 嗯，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我喜欢苏东坡。那第二个原因呢？这大概一千多页啊，我觉得这个厚度啊，对于如果是一个长假，譬如说五到六天的春节，我觉得刚刚好啊。像像像某人选那个《追忆似水年华》，你永远读不到尽头啊，我就觉得比较困难哈、啊。那如果是太薄的书的话，我觉得一下就读完了，又会有一种空虚感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厚度是刚刚好的。那第三个原因才是我真正想要在今天讲的啊。呃，刚才呃马世芳有介绍到，我除了是一个写作者之外，我另外一个身份是《联合报》副刊的主编。那在二零一五年的时候呢，呃，我收到了一篇稿子，那是呃散文家张辉成的来稿。然后那篇来稿呢，大概有呃七八千字。 那以现在副刊的篇幅来说，是一篇长稿啊。那对于长稿，即使是名家，啊，其实也会比较严苛的的的,的审度啊审度。然后呢，但是我读了之后非常非常的感动。那在年底就很快的就把这一篇登出来，也就是你们在荧幕上看到的《寻找李一冰》啊。 呃，这一篇大概我就非常简单的讲一下，他大概是在写什么呢？呃，张辉成的硕士论文，他就是研究苏东坡。然后，呃，不只是他，就是学界里一般公认呢，呃，在白话文的苏东坡传里头，可能最严谨、最深刻、写的最好的一个版本，就是李一冰的在连金六十六年出版的这个《苏东坡传》。嗯，但是张辉成到处去问。 李一冰是谁？非常非常奇特的是，没有人知道李一冰是谁。他到处去问一些学者、教授，没有人知道一个被公认最好的版本，可是默默无闻。这个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哦。但是也很奇特的是，我们大部分人不知道也就算了哦。那张辉成呢，他就特别的去联络联经出版。 去，然后当时的总编辑是胡金伦啊，他就去跟胡金伦探寻有没有李一冰的联络方式。那金伦这个日子是三十几年前出的书，翻箱倒柜也找出了联络资，他在美国。然后呢，他就写信到美国去。那我不知道是用传真还是什么，然后反正也很快的得到了回复，但不是李一冰的回复，他已经过世了，是他的小儿子叫李庸啊，是李庸的回复。 然后，那李庸也很惊讶。然后这，这这两位，就张辉成跟李庸两个就开始通讯。那后来呢，李庸特地到台北来见张辉成，然后畅谈一个下午。那又一次呢，呃，包括这个李冰的次子啊，李东也从香港啊，他们都是知名的，都都是。 都是这个这个很有学问的教授，就是在各方面发展，他的几个孩子都发展的非常好。那李东也来到台北，他们三个人又再一次的聚会，然后去详谈李一冰的一生。然后呢，在那之后呢，呃，张惠成甚至还呃协助去把这个李一冰留下的一些手稿、一些书呢，送到这个他这个适合的地方去，完成李一冰的人生最后的遗愿。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人知道李一斌是谁呢？那原来呢，李一斌在，因为他当然是大陆来台啊。然后那时候他来台之后呢，是在经济部的一个物资调节委员会里面呢，担任一个低阶的科员。然后后来在那个发生了一件这个采购的弊案，然后被揪举，然后这个监察院就就。 弹劾啊、哦，然后呢，那其实他只是一个低阶的科员嘛，哈，但是上头呢就把这个责任就推到了两个低阶的这个科员身上。那李一兵呢，他其实本名叫李振华啊、哦，那因为他中间经他记录跟盖章，好，所以呢他就被判了八年的徒刑。 但是也很奇特的是，他虽然被判刑之后呢，他并没有立刻去服刑啊，也就是说，其实只是做一个形式，并没有真的要关他，他只是一个戴罪羔羊。可是后来呢，他有一个老朋友呢，让他儿子来跟他借借钱。那李一斌本来就已经是家徒四壁，现在又这个这个判刑之后，他其实也丢了工作，然后呃有四个小孩。 所以他就写文章，就是鬻文为生啊，就是他其实是家徒四壁，他根本就不可能可以借贷。然后呢，所以他这个朋友呢就去告发，就此人已经这个判刑，好，却没有入监服刑，他就被告发。于是，在民国五十六年那一年，李一斌五十六岁的时候，他就去坐牢，一共坐了四年的牢，四年之后假释出狱。那他在入监的的。 到他的儿子去第一次去看他的时候呢，他就请他的孩子带这个苏东坡的诗集给他。于是孩子带了诗集，他就熟读他的诗集。然后呢，在第二次，好，呃，小孩又来看他的时候呢，他就希望能够帮他带来《东坡事略》好，《事类》好，然后又继续读。那一共有四册啊。那时候的监，我不知道现在的规定，当时监狱的规定，一个人只有五，只能有五本书。 那所以这样，那个四册加十几五本书就满了啊、哦。但是在那四年里头呢，他把苏东坡两千四百多首的诗读得滚瓜烂熟，有超过三分之二甚至都可以熟背啊。然后苏东坡的诗略呢，他也在狱中呢写一些文章，在当时的中央副刊《连副》发表。所以后来呢，到后期那个典狱长也对他很好、哦，看到他的文章，所以就让他到图书馆去。 工作哈，在在在监狱里面的图书馆，可他就可以有更多的的阅读，大概是这样的状况。然后四年之后呢，他离开了监狱，就带着他自己编写的苏东坡的年谱，是那种非常粗糙的纸张，纸张，然后用手工的装订啊，然后这样出狱。出狱之后呢，他就写了这一部《苏东坡新传》。那写完之后呢，其实他也。 啊、嗯，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也不知道，一千多页的那个手稿啊，然后就后来，因为他的小孩在在美国，他有机会出国去移亲，因为台湾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一个伤心之地啊。他曾经对他的孩子说：“我这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我竟然相信这个社会还有公道啊！”那是非常的悲伤的啊。那。 后来他就，呃，准备出国之前呢，反正他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整理啊。可是唯一就是那那些手稿，那一千多页的稿子该怎么办呢？哈，那丢掉当然是可惜，寄在别人家可能也不知道他的未来的下场会怎么样。那这时候呢，他就跟他的朋友谈起他的苦恼，那朋友呢就辗转的帮他介绍到连经出版。于是这部书终于在民国六十六年。 他得得以在联京出版，然后他也就安心的离开了台湾，然后长年的居住在美国，一直到张辉成联络上他的时候呢，已经过了三十多年过去了。然后中间呢，他在他过世的前两年，他也曾经向他的小孩问起说，有没有人谈过对于这部书的批评？那他的孩子也坦白的跟他说，没有听过。 所以呢，当张惠成联络上这个李庸之后呢，李庸对张惠成说：“这一天我们等了三十年，哈。那这整件事情啊，那其实这篇文章登出来之后呢，就很多的读者打电话来问：‘这本这部这部书要到哪里去买？’我说不要问我、啊，你们要问联经出版哈、啊，所以我们就转借到联经去。那我相信联经也接到了很多这样的电话。” 那其实书库里头的书应该也是所存无几啊，这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旧书了啊。但是连金他们看到这个张辉成的这一篇，就是寻找李一冰，其实也非常的感动，所以呢，他们就很快的准备要就是出版新的版本，然后新的版本就加上了张辉成的这一篇《寻找李一冰》，这里面有李一冰的小传，哈，就就大致让。 这一部书变得完整。所谓的完整，就是因为，嗯，李一宾的人生跟苏东坡的人生有相当程度的扣合，包括李一宾是在他就是他的冤狱的发生时间是四十二岁的时候，哈，虽然他服刑的时候是五十六岁，而苏东坡的那个乌台冤失狱啊。 发生的时间点也是四十二岁，所以对李斌来说呢，他其实他的内心也有一种神秘的连结。好，那这一部书，那我手上的这个版本哈，是呃在二零一九年的时候，后面又加上了李庸的一篇短短的后记。那这些过程呢，让这部书呃重新的在面世，而且我看到这个二零一九年的的已经是。 第四次的增订版的又已经好几刷了哈，其实这这部书其实在经过这个这个关于这个李一斌的追寻，其实又再度的被被被看见。那对于一个编辑，就是我我自己的立场来说呢，其实我们每天面对了读者，面对作者，那我们也接触出,出版社。 然后我们刊登了很多的书评，也也也可能有书斋，然后有各种的介绍，也可能有作者的序。其实到底对于这本书，它到底可以多卖几本？其实我从来并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影响，我也不会知道。可是唯有这一本，因为这一篇文章的刊登，它把读者、作者、出版社联系起来，成为一个。 非常美、非常善良的一个一个一个循环，而我们编辑是在中间呢。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环节，可是这个小小的环节对我来说，其实就是编辑工作，我觉得是最甘美的一个回馈。好，所以这件事情对我在我心里头，我我是我不只是感动于李一冰在那样子的处境里面，他这样子深刻的去读苏东坡，而写了这部。 宝贵的作品，我对于作家张辉成这样子认真的去追寻，他他受益于这一本书，他得到这本书的滋养，而他去追寻这个作者，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非常非常温柔敦厚，非常让我感动在心的。所以，呃，当提到要用阅读跨年，我第一个想到的其实就是就是这一部书了啊、哦。那这是我选这部书的原因。 那这样，那因为它有上千页，其实我是没有办法去细讲这本书的，我就只能大概的讲一下，嗯、呃，这本书，这个大家都说它是最好的版本，那它到底好在哪里啊？嗯、呃，我想第一个，我这是我这就是我自己自己做的一个简单的归归纳啊。第一个呢，它虽然是一个人物的传记，可是我读起来，它不是只是一个个人的传记。 它其实是一个时代的整个时代的书啊、哦，它可以作为至少是北宋历史的一个一，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啊、哦。因为呃，李一冰在写这部书，他并不是从苏东坡出生开始写起，他的一开始《蜀道难》就是写四川啊、哦。其实他是从时间跟空间呃的，然后来架构这个这这部传记。 他从唐唐末的战乱到五代十国十国的更替，然后四川经经历非常多的变动。那相对于京城来说呢，四川就是一个不被信任的外省人那样子的的的状态啊、哦。所以呢，在宋朝的时候呢，就说等到那个苏东坡到了这个京城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川人或者说蜀人哈、哦，其实是被。 戒备的，是跟京城的人是有一种张力的。好，那你去，他一开始就先写了《蜀道难》，先写了这个整个环境的时候，当后面读到了那个元佑党争的时候，然后呃，苏东坡被当成这个这个川派的川党的首领啊，就是你大概就会知道说，当时的文化界的这种这种在对于空间、对于外来的的那种那种。 文人之间的张力啊、哦，那这部书呢，就是从一个非常大架构的时间跟空间来来书写，然后呢，它里面的人物都非常的饱满。除了苏东坡不用说，苏东坡的人物，他是就是他写苏东坡的血肉呢，是从他熟读这两千多首的苏东坡的诗，然后宋人的笔记，然后再加上《宋史》等等。 骨肉是非常非常的饱满的，而除了苏东坡之外，这里面苏东坡所经历的几位皇帝，从英宗、神宗、哲宗到最后徽宗，其实他的皇帝他写的每一位帝王呢，也都非常的饱满。那譬如我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的时候呢，那个哲宗在他的笔下就是一个昏君，可是，在李一冰的笔下，其实他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没有办法去举例去细讲，但是他的人物是是是。 就没有任何一个扁平人物，包括同时代的司马光啊、欧阳修啊、王安石，我们一直都把王安石当成一个负面的人物。可是，在那里头，我们其实看到王安石也有王安石的的的的抱负、理想，他的性格的的问题等等，其实也是一个饱满的人物。所以读这个，真的读到的是一个北宋的历史，他他不是一个人物。 而已，它是一个时代之书啊。那第二个，我觉得，我嗯、呃，我想这一部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花了很多时间来讲李一冰的的经历，他所受的苦难，正是因为那样的苦难，所以呢，这是我认为这是一本独一无二、只有李一冰才能够写出的《苏东坡传》，因为他深刻的理解苏东坡所遭遇的是什么啊。 那那这个其实我我我的笔记好像可以讲一百八十分钟，不是十八分钟，我只好略过这些例子哈。那第三个呢？虽然如此哦，那我说他冰本身他经历过那样的苦难哦，可是纵然如此，他笔下他并没有把自己的性格、自己的痛苦强加在苏东坡身上，所以我们看到的他除了不断的思索命运之外啊、哦 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一个豪爽的真性情的苏东坡，是一个热，虽然饱尝忧患，但仍然热烈的拥抱生命的苏东坡。所以，尤其是在下部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非常多关于苏东坡的书法、绘画、饮食、交友、旅行、道家神仙，然后采药、造墨、磨墨的墨啊、哦，他等等，还包括什么饮酒什么，就是。 苏东坡的，无论他在任何的处境，他的生活是如此的丰富，如此的多彩多姿。那他就是在，就是李义宾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苦难而舍弃了苏东坡这个非常非常活泼泼的生命啊，这也是令人非常感动的部分。那第四个呢，关于苏东坡的，我只剩下几秒钟。苏东坡的政治，我只好快速的说，苏东坡的政治态度呢，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好，他就是，就是，反正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从来就没有一个完美无缺的一个世界。我们永远需要一个勇敢正直的的的,的人来为我这个世界发声。而苏东坡呢，他永远是一个反对党。无论在朝的是王安石，他他所反对的王安石，或者他友好的司马光，他永远扮演一个反对党。 好，那最后呢？最后我想要说的是，我们为什么要读传记？为什么要读历史？那我想说的不是什么知古可以鉴今，好不呃，或者是历史总是一再重演这些老话。我想说的是，苏东坡这部书呢，其实我自己读，我最引起我心亡感慨的是，就是那个乌台诗狱，他然后他到了之后，他到了黄州。 在这段时间呢，但是这可以说是他人生苦难的开始，可是却是他文学的巅峰大开卡大开大,大合的一个起点。那他可是他在黄州的那一段时间，他在做什么呢？他在读史、读历史啊。所以呢，很多的这个近代的那个历史学家，包括陈寅恪、包括姚崇吾，他们都认为在。 中国历代的重要的文学大家里头，苏东坡是其中最具有史事的一位历史哲学家。那李一冰在人生最羞辱、最困难的时刻，而他读苏东坡，读苏东坡的史略，读那个时代的历史，于是我们有了这一部珍贵的《苏东坡传》。那我想，苏东坡的。 一句话，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万卷史通神。”阅读永远可以带给我们更遥远，带到更遥远的远方。它所给我们的是超乎我们所想象。文学永远是我们的依靠。那我要说的就这，到这里，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宇文正。 我相信刚才应该有在座应该有不少人偷偷在用手机下单《苏州或新传》了啊！谢谢宇文正分享了这么动人的这么一部大书背后这么动人的故事。事实上，周三读书会开始以来，他的这个发起人詹宏志先生，他挑选了很多书都是绝版书，但是在周三读书会他讲完这些书之后，这些书又陆续重新上市了。我觉得这是最美好的事情。好的，接下来这位讲者。 他应该是中华民国有史以来得过最多金曲奖的政务官，他应该也是国家文学经典奖贝雷奖最年长的得奖人。我们欢迎钟永峰。呃，谢谢大家，我实在是非常紧张。那我这次选的三本书，那么这个三本书呢，我花了三个礼拜的时间，我又再读过一遍，然后开始要做的准备。 到后来，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做一个 PVD，所以我今天呢，我尝试我不做 PVD。潘主任讲的，那不知道有没有下一页哈？没有，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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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哦。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三哦，对我今天要讲的三本书呢，第一个是树冠上，好，很多人都知道。然後另外一本书呢是中阿城的树王，另外一本书呢是也是今年出版，另外一本书是奇等性品的。 啊，人类史的《资本论》，那么我首先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我后来我一直在想，说我为什么讲这三本书，都跟树有关系，一本没有，但是也也相关。我后来约略觉得，应该是从我两千零四年那个时候写的一首词开始。两千零四年，我决定要写一个主题呢，是关于农村的生态，因为很多人关心关心农村。 不会去在乎农村生态。各各位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说整个嘉南平原那么大的一个稻米专用区的树呢，寥寥可数。所以呢，每一年七八月的时候呢，我在台南嘉义工作的时候，我最心痛的一件事情就是呢，有农民中暑死在田埂上面。这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刺痛的事情。各位可以想见，几百年前整个嘉南平原到屏东平原，那个是绿树成荫啊。可是 现代工业化之后呢，一棵树都不剩。所以我二千零四年的时候，我开始要写这个农村的生态。我第一个想写的一个事情呢，是我在一九九六年的时候呢，发现美农有一个家伙不说话，每一天他早上卖完早餐到下午两三点啊，睡完午觉之后呢，他一个人默默种了一两万棵树。我想要写他，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写。 然后我当时跟孙想说要写这本书的时候，写这首词的时候，孙想非常支持。我写了三个版本，通通放弃。要不是没有音乐性，要不然就是邋里邋遢，要不然就是不够诗意。那么我有一天呢，我开始用另外一个想法去写。我问自己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人种树，它的意义何在？所以我一想，这个意义一定是非常广泛的。所以我后来写，种树是种给留香的人。 种给离乡的人，种给出不去的心情，种给归不得的心，归不得的心情。那同时呢，其实也种给生态，所以呢，种给雨休息，种给鸟啊、呃、歇业，种给虫躲面，种给太阳长影子跳舞，种给风吹来唱山歌。所以我慢慢觉得说，一个生态东西，我们也许不是从一个植物学或从一个社会行动单纯去看，我们应该看它的是。 生态的、社会的、心理的、精神的、心灵的一个连、一个、一个、一个整体的一个面向。所以呢，这个是促成了我后来在呃二零一四年、一五年的时候呢，我们决定要去写困扰南台湾三四十年一个很大的一个环境议题，就是石化业所造成的空气污染。那我在写的时候呢，我认为生态事情呢，我觉得我们要从身体出发，所以呢。 在那一次写完这个呃两张的呃专辑叫做《伪装》之后呢，我开始改变我自己的生活习惯。第一个呢，我从此把洗澡用的所有的肥皂、洗发精通通戒掉。基本上我刷牙，飞到吃了很多啊、呃、不该吃的东西之外，我绝对不用牙膏。基本上我把它做到自己是全全然不依靠这个呃使坏的产品，我可以过自己的清洁的生活。 所以，我慢慢想，其实是因为，呃，这几年来我写，然后我领会到这个事情，所以我今今天决定要讲这个以下三本书。那么第一本书呢，是这个呃齐藤信品的《人类似的资本论》。那么在讲这个《人类世的资本论》之前呢，我先跟大家回顾一下这个月上个月底到这个月初，国际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第二十八届的联合国的气候纲要公约的缔约国的会议，那各位可能有注意到报纸上讲了几件事情。第一个呢是与会的一百多个国家呢，他们都同意说我们要渐渐渐渐的摆脱化石燃料的这个依赖，所以呢要发展太阳能、发展风力、发展绿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啊，大家认为说呢，我们要在二零五零年之前呢，逐步的达到近年可是这里面有几个，我觉得是很吊诡的东西。第一个呢，这个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呃环境运动非常失望的地方，就是，第二这一份的这个叫 COP 二十八的这个呃决议，不带任何的强制性。第二个呢，也没有时间表，所以只是一个道德性的呼吁。好，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吊诡。 第二吊诡的是呢，与会期间呢，有二十几个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日本，还有很多欧洲国家呢，他们有一个会议里面呢，做成一个决议，说呢，我们要在二零五年之前呢，把核能的发电量呢提高三倍。这不是很吊诡的事情吗？我们要摆脱空气污染，我们要摆脱化石燃料，那我们又要增加我们对这个。 呃，核能的这个依赖，这不是很吊诡的事情吗？那我没有看到报纸上太多对这个困境的一个比较深度的分析。但是，如果各位我们去看一下齐泽性平的《人类是资本论》，他告诉我们一件事，他告诉我们的事情其实很简单：为什么目前全世界会有这样的困境呢？因为我们都还在生产至上论的这一个、这一个啊困境里面。也就是说呢？ 我们我们依赖的还是这一个高成长的这个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还是依赖这种呃科技至上的发展主义，非常依赖这种哈利润至上发展主义的时候，呃，齐正信们认为，目前我们对于这个石化业、石化原料的这个依赖是不会结束的，是不会结束的，而且呢，他认为呢，啊，人类呢。 将来面后面对越来越极端的这个呃气候问题的时候呢，大概会有几种的啊、呃、方式会发展出来。一种呢就是所谓的生态毛泽东主义，就是用国家强制的力量呢，告诉你这个东西不能烧，那个东西不能排放，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另外一种是类似像这个川普的这川普的这种这种方式，就是他拒绝承认任何的科学实证，就变成是一种气候的啊、呃、法西斯主义。 另外一种是最最啊、呃、最极端的一种情况，就是说所有的政府都已经失效了，所以人类呢回到野蛮时代。那这其实是啊齐藤齐正新民认为呢，他最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些事情。那么齐藤新民为什么这本书这么值得读哈？是，我还是回到我在八零年,年代的这个背景。八零年,年代在座很多人跟我一样哈，就是糊里糊涂参加了一些许生运动。 啊，读了一些呃马克思之类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其实这一种呃被左派启蒙的青年，我们到九零年代的时候，我们其实都面对一种困顿，就是说我们认为，而且我们也发现，实际上的左派面对气候危机、面对环保运动，越来越不知道怎么说话。这其实是呃，我们作为一个曾经付诸于行动的这个左翼青年，我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 知识上的、认识上的一一种矛盾，那么，其中信明这本书，我觉得它重要的还不是我刚刚所讲的，就是说，呃，这个美国所号召的这个绿色新政之所以如何是不可行，其中信明还是回还是建议我们回到去重新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因为我们其实都有一种印象，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到了呃。 是呃，一九八零年代的时候，几乎被导向是一个唯生产论的。他认为，人类要解放，唯有通过所有的生产力的解放，人类才会解放。那么，其正新民认为说，这其实是误读的马克思。而且，呃，齐正新民他通过很多的档案资料爬梳呢，跟我们提醒，其实晚年的马克思其实已经意识到这种东西的错误了。 所以晚年的马克思呢，开始去注意到好几件事情。第一个，他去注意到非西方的发展方式，比如说认识到东方的，认识到俄罗斯的。他们虽然说是属于一个前现代的一个生产状态，可是呢，它里面呢，它对于生态、对于生产是一个共有、共管、共享的一个体制。所以晚年的马克思呢，他其实开始去回溯这个东西。那么马克思呢，也开始。 啊，去认识的十九世纪很多的农业学家、农业化学学家所提出来一个啊、呃、一个呼吁，就说呢，我们这种工业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呢，会破坏自然界的代谢。所以呢，齐正新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一一个主张，就是说呢，他认为正是因为马克思在晚年的时候认识到他早年所主张的共产主义的问题，而且意识到说我们需要用更多的生态主义。 更多的啊，把整个地球当成是一个共有财产来重新认识，所以导致马克思迟迟没有办法下笔，所以导致马克思的最后一卷《资本论》迟迟没有办法定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其實是呃，齐藤性平这个非常年轻，1987年出生的日本学者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已经这么样的绝望了，不管是对左派对右派这么绝望的，还有一个年轻人。 他愿意，就像刚刚的这个呃伟雄哥一样，回到十九世纪，重新去爬书，当时的这些思想巨擘如何想这个问题，他有哪一些问题他没有他没有想出来，然后哪些证据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觉得是，呃，池正新编的这一本书呢非常重要，去重新呃阅读的地方。那么呃，学生性别呢也不是一个一个掉书袋的人而已。 他在这本小说里，他这这本书里面呢，也重新让帮我们去爬出当今世界上有一些新的可能性在发生。比如说底特底特律的劳动合作社，比如说西班牙很多社区共管的发电厂。他认为呢，如果我们要为现在人类找一条出路的话呢，他大概有两个很很重要的东西。第一个是呢，我们必须要把成长率的期待往下调。所以未来社会一定是一个要能够永续化，一定是一个。 低成长，但是是共有共管的一个社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这边也认为说，我们今天我们从事的东西呢，我们不可能不跟生态的论述呢重新扣合。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今人类社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呢，就是呢，我们要去重新修复已经被破坏的身体的啊、呃，这个地球的自然循环。比如说呢，重新去修复地球的代谢。 所以我们读了这本书之后呢，我们才重新去读这个，呃，理查鲍尔斯的这个《树冠》上呢，就意义非凡。那么理查理查鲍尔斯的这一本书《冠》上呢，在我认为，它至少是，呃，以环境为主题的写作跟小说里面最靠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那我们首先哈还是回到它的形式，呃，这本书冠上哈，就是各位去看的时候哈，一开始的时候，你好像是会进入到这个树丛里面去，可是慢慢呢，它会慢慢的引导你从树根到树干到树冠，然后到它的种子如何的去传播。那所以呢，它其实是借用这个，不仅是借用很多生态的隐喻。 他也利用的生态的形式去作为他小说的这个写作的架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其实很有趣，就是说呢，呃，这一本书观上呢，它其实是也爬树非常多从呃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的非常多的现代植物学、生态学的研究，还有包括相关的环境书写呢，其实啊，鲍威尔啊，这个鲍尔斯呢，做了非常多的啊提纲挈领，所以因此呢。 你看到后来，同时呢，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具有现代意涵的一个基督的使徒行传。也就是说呢，有七有八九个人，他在不同的时间里面受到感召，继而领悟，继而重新去付诸行动，然后训道。然后呢，他们训道之后呢，他们的理念呢，带着种像种子一样飘散出去。所以这个是呃，这个这本书呢，我觉得非常精彩的地方。 那另外呢，这本书里面呢有两个两个地方，我是觉得他把了呃这个家伙把这一本书写的很像是一个环境艺术，尤其是里面他提到有一棵树叫做栗树，这个栗树原来是在东岸，后来被瑞典的移民呢带到这个西岸地方去种植。那么他发现呢这一棵树呢，到后来他躲过所有的这个啊、呃、大死亡，竟然存留下来，而且呢这棵树呢。 启发了这个家族，所以这个家族呢，从第二代开始呢，每一代人疯狂的去记录这一棵树的成长。所以这里面最精彩的地方是从第二代到第四代呢，一个月拍一张照片，他总共拍了一千多张。那么后来到了第五代时候呢，事情还没有完。到第五代时候呢，出了一个艺术家，这个艺术家呢，把自己封在这一个呃他们家的这个呃屋舍里面呢。 用九年时间把这一千多张照片啊，一张一张画出来。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一个一个生态写作。那么，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后来啊读到很多的生态的这个啊书写，我们都知道说，树木它彼此会通过空气的传播，还通过根系的真菌来做传播。所以这里面呢，这本小说最精彩的地方呢，是把这个目前。 我们关于生理跟生态理解的这些最好的这些知识呢，用小说的方式把它写出来，而且完全的不枯涩，完全的非常的有诗意，所以我非常非常推荐这本书的啊重新阅读。那么这个呃作者呢，在最后面呢，他自己的这个呃写后感言里面呢，讲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重要。他说呢，如果人要人要永续的生存的话，很重要很重要第一步。 我们必须要跟树木来结盟，所以这句话其实非常非常好。那么最后呢，我还是必须要去讲一下这个呃中阿城的这个树网。我先说一下哈，就是刚刚有前面有几个讲者说呃阅读的重要性，还有阅读的空间重要性。那么这一本呃树冠上跟这个奇正新名这本书呢，这两本书呢，我是在疫情期间的集运上面读的。 这也是我感谢北医大的地方，因为北医大够远，所以每天要有两个小时的通勤，刚好就可以读这些书。所以，我其实是很希望说哈，台北市捷运捷捷运局或捷运公司哈，可以推广这个捷运阅读啊运动。因为每天看到捷运上面这么长时间，几乎每一个人都盯着手机，我觉得实在是一个社会上巨大的一个浪费。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说，我要造成不一样的风景，就故意拿一本书出来看。 那么这个呃，中阿城的这一个《树王》呢，刚好相反，是我在一九八八年被大学退学去东引当兵的时候，台南的一个朋友叫许国荣，他寄给我一袋书里面的一本，就是中阿城的《棋王》《是王》《孩子王》。大家知道中阿城的《棋王》非常非常精彩，可是我从新再回看呢，我就觉得《树王》其实更精彩，更值得我们读。那么《树》这本书呢，我在最后两分钟哈。 这本书网很有趣哈，你去读这个书网，你会发现说，这本写一个一个叫做“肖疙瘩”的人哈，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保护树的这些过程里面，没有任何一棵树是写名字的，也没有写到任何一根草，所以中华城完全不靠这些生态知识，它完全回到人如何去跟树木对应，完全回到心灵，完全回到精神，所以也因此。 钟阿城这本《树王》特别能够感动人。那么钟阿城呢，他有一段我非常感动。他说，他也承认那个时代呢，其实没有太多的生态的理解知识，所以他不知道如何去形容这种生态之美。这个时候他讲这种，喉咙讲不出来，他这样说：“他说我生平从未见过这么大的树，一时间脑子空空如洗，慢慢就羞愧往生一张嘴，说不得，唱不得，最后倘落花音。” 譬如野兽一般，就就回到那种很很原始的这種这种冲击。所以我那一扎拉好，就是把这三本书哈结合起来跟各位讲。如果各位最近有一些新的阅读的计划，可以考虑这三本书。谢谢各位。谢谢谢谢永峰，阿成的《棋王》《狮王》《孩子王》也是我自己的阅读启蒙之书啊。好，接下来我要转换身份。<laughs> 好。 我要讲的这本书是礼仪的《失败者回忆录》啊。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是这本书？这是一个上下两卷、页数挺多的书。今天跟其他的分享者比起来，并不是最多的啊。我们在下一段会看到最多的那个人。呃，但这也算是篇幅挺大的书了。 呃，李怡在去年过世了，他在二零二二年十月死在台湾，嗯，他活了八十六岁，他人生最后的一段时间是一个流亡者，他必须在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离开他住了几十年的香港，他本来要去温哥华，呃，跟他的亲人团聚，但是啊、呃，因为种种原因碰到了 COVID 的疫情啊，所以他最后决定还是到台湾来。那么他在人生的最后这两年，他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写这部书，而《失败者回忆录》最后并没有能够写完啊，它是一个每天每天持续在连载的一个书，最后没有能够写完，他就离开了。但是这个书没有写完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严格讲起来，呃，这本书它是一个章回体的回忆录，它可以是一个永远都写不完的书。我想他写完了这两句册的篇幅，也很可以了啊。那这个是在去年李仪过世之后。 《硬科文学生活志》出版的纪念专题，我们顺便看一下，是因为李毅长得真的很帅，啊，他是不折不扣的文化明星啊，他写了大概半个世纪的时论文字，他也在香港的电台主持《一分钟阅读》的节目，他曾经客串去演港剧啊，因为他长太帅了，所以这个剧组找他去演一下客串一下，年轻人都很崇拜他。 但他真正最大影响力的发挥是在他作为写作者的这个身份、啊。那他写了几十年的时评文字，而且影响了我想起码三代的华文世界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要读这本书？我想总结一下《失败者回忆录》教我的事情啊。第一个是要拥抱小确幸，也要能够理解大时代。我要说的是，事实上，大家仔细想一想啊，要能够心无挂碍的过小日子，过太平日子。 其实是世界上最奢侈的事情，这不是理所当然可以做得到的。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做不到，没有办法心无挂碍的过太平日。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不管是大环境的困难，或者是小环境的困难。那么要能够拥抱小确幸，首先要能够理解到底这个时代是怎么回事前面几位讲者多多少少也都分享了这个部分。我们怎么去理解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之所以在这里的原因？ 《失败者回忆录》另外一个教我很重要的事情是，李仪用他自己的生生命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知识分子一旦放弃了曾经他视为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的信仰，他要把整个的人生到了中年，他整个归零，打破整个重来一次，他怎么重新打造一个新的我？怎么样重新寻找到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他要怎么自处？他甚至会。 感受到过去的那个自己跟现在这个自己是在对立面的，那要怎么办呢？哦，他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啊、哦。还有一个是香港人是如何成为香港人的，也就是说，呃，不管是香港人也好，或者我们讲我们是台湾人也好，这里面都牵涉到一个共同体意识的形成。香港人并不是生在香港就叫做香港人，台湾人并不是生在台湾就叫做台湾人。 香港人成为香港人是有一个香港共同体的意识的形成，而李仪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回溯了香港人集体意识形成的过程，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启发的，所以我很我很受用的主要是来自这几个点啊。那这个书虽然两大本很厚，但是非常好看，因为李仪他一辈子的著述啊，我我没有统计过，我也没有全部读过，我估计他应该一辈子写的字数应该有到。 千万字都有可能啊！他是一个最擅长用文字界面跟普通读者交朋友啊，最擅长用文字界面去讲故事的一个写作者。他一辈子都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讲故事非常好听，非常好看啊！随便翻随便翻都好看。《失败者回忆录》他是每天写，每天写，每天写完之后马上泼上网，然后在 FB 在菠萝格上面连载，我就每天追着看。 一看不可自拔，然后觉得学到好多好多事情，所以这两本书你买回家，你不一定要从第一页开始翻，你可以随手翻开哪一页就往下看，然后再往回看，都好看。这个书里面不但可以看成是一个中国香港台湾百年近代史的大补帖，他写了好多好多大时代的故事、事件的幕后的内幕等等等，他也写了不少的儿女私情，写了关于自己的恋爱故事，写了他跟他太太这几十年。 一开始聚少离多的这个过程，怎么样在人生中得到真正知己的伴侣？啊，关于各种各样的个人生命史跟大时代之间的交错，他写的好看极了。然后李一开笔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二零二一年啊，他已经是一个流亡者了。那么那个时候的他已经八十五岁了，一个八十五岁的老人要写回忆录，非常容易发牢骚，非常容易自鸣得意，非常容易标榜自己做过的事情。 或者假装很客气，其实写一些很臭屁的东西。但是李一绝对不这样，他从来不这么写作。他的文字绝对没有那种倚老卖老的牢骚气。正好相反，他在这本书里面，他写出非常多真诚的反省跟挣扎。尤其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事情，就是他他说他人生之中最重大的那个思想转折，是他放弃爱国主义。这个就是他放弃了曾经视之为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事情，他把它丢弃了。 之后怎么样，他可以说出来。我首先要做一个人，我才有可能决定我要不要做中国人，啊，这个是这个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让他在这里面交代这个过程啊，啊，这个是二零一九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时候，李仪在香港的街头留下的一张照片。香港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当时有非常多的争议，尤其是香港的抗争的事态势越来越激烈，有很多关于勇武派。 的各种各样的争论，就是年轻人值不值得用性命、用肉身去跟这个你不可能打赢的政权搏斗，然后很多很多的谴责，说你身高冲突的态势其实是是其实是陷同志于危险之中等等等，还有关于合理非、关于反暴力的各种各样的争论。李仪对这个事情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他是这么说的啊、哦，他说谁没有错呢？啊，对我有很多这种你们可以尽量拍照的名言佳句，尽量拍起来。对。<laughs> 他说最错的是什么？最错的是沉默、退让、撇清跟自保。尤其可比的是把社会沉沦赖在立足沉沦的抗争者身上。啊、哦，那他他说我对于所有以鸡蛋砸高墙的抗争者，不管他们有多错，不管他们有多蠢，我在他们面前都自愧不如。我觉得我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可以讲礼仪的失败者回忆录，我可以讲香港，呃，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被逼到。 要不要选择做一个沉默退让、撇清跟自保的人，以及是不是现在立刻要把社会的沉沦全部都赖到那些力足沉沦的抗争者身上了？那样的人，我们还有很多的弹性跟余裕。而李一所身处的那个社会已经没有办法给他这样的余裕，他必须要做出选择。他最后的选择是这样的。那为什么叫失败者回忆录？何以失败？李一辈子写了这么多的时论文章，他参与创办的七十年代杂志后来改名九十年代杂志，影响了。 我想，数以十万计、百万计的知识分子，甚至推动了两岸三地历史的进程。我们怎么样看李仪在作为一个文化人的身份上？他，我们很难说他是一个失败者。但他说：“我是为什么？”他说：“我是一个失败者。”他说：“因为我一生所主张、所推动的事情，社会总是朝相反的趋向发展。”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会说这样、说出这样的话，你可以想象他心情的沉痛啊！他说：“不管是阅读也好，是独立思考也好，或是民主自由也好。” 这个社会都是在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令人非常的悲伤，不是吗？所以他的回忆录，他称之为失败者回忆录。他觉得他一一生之中的置业，他所要推广的，他所信仰的，他所希望大家去相信的事情，最后都失败了。但是他接下来说的这一段话，我认为为什么我们在现在的此刻，在台湾的我们应该要读一读这本书。他写在这里，他说：“但是也有例外，那就是台湾。” 当年七十年代、九十年代这两本杂志，在言论上推动了台湾的民主化，而台湾终于解除了戒严，开放了党禁报禁。我想在座很多朋友跟我同辈同辈的，或者是比我更年轻一些的，可能来不及参与到七十年代、九十年代杂志的全盛时期。但是我记得长辈们在一九八零年代、九零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包括台湾的戒严时代，或者是刚刚开放的时候啊，你们知道吗？李怡在台湾政府眼中是不受欢迎的人物。我们小时候看报纸啊。 讲到那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匪酋，对不对？啊，毛匪、泽东、邓匪、小平、周斐恩来啊，等等等，啊，李仪也曾经是李斐仪，他是曾经是这样子的啊。那因为因为七十年代杂志，他一九七零年创刊的时候，香港当时是整个中文世界言论最自由的地方，当时有左派的媒体阵营，有右派的媒体阵营，有商业的媒体阵营。 那么七十年代是一个有这个共产党的宣传任务的一份刊物，但是他们放给李怡这个总编辑非常大的自由，因为你在香港这个言论市场，你去弄一个党里党气的刊物，没有人要看，所以他们尽量放手让李怡去发挥，呃，所以他其实是属于左派言论阵营的一份喉舌性质的报纸啊，也不是报纸啊，一个杂志，但是李怡把七十年代办的有声有色啊。 那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时候，台湾慢慢的政治环境松动，党外运动的风起云涌，有很多在台湾不能登、不能写的东西，通过70年代杂志以及后来的90年代杂志出口转内销，包括雷震的回忆录，包括美丽岛事件，包括戒严时期的两蒋家族的事情，包括228事件等等等，这是当时在台湾都还是禁禁禁忌的这些话题哦。 啊，呃、台湾反对运动的一些呃一些一些一些新闻跟事件，七十年代看了之后，呃，它在台湾其实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多长辈那个时候经过香港机场，都会在报摊买一本七十年代或者买一本九十年代回来看，因为很多东西台湾看不到。那七十年代杂志，呃，作为所谓左派媒体阵营的喉舌，到了一九八一年的时候，礼仪正式宣告他脱离左派，就是这本杂志不再。 不再负有这种不管是内宣或者外宣的责任，他决定彻底放弃这一切，他要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媒体人，一个完全独立的写作者，完全独立的编辑。一九八四年，这本杂志更名为《九十年代》。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自己说，他是他借用黄伟文写的歌词，他说他这个过程等于是融化自己多灾多难的信仰这样的意思啊。然后呢，重新打造一个新的我。那。 呃，这个是礼仪上半生可能最最重要的文化之一而我们，我们这一些呃，走过戒严时代的最后一代人，我觉得我是一九七一年出生的，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是还曾经亲身经历过台湾威权时代的尾声，拥有第一手戒严时代的记忆的最后一代人吧。啊、呃，我们都是礼仪的上半生的这个政论家或者是编辑人的这个身份的间接的受益者，只是我们自己可能不知道啊。 那李仪在讲这个信仰的重新再建立的过程里，他引用了一段曾经呃煽动非常非常多热血青年投身革命，呃投身左翼、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这本小说是苏联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呃。而这个小说台湾看过的人没有那么多，但是在中国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他们的指定读物啊。其中有一段是这个主角讲的一段话，他说。 人的一生应该要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他在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哇，这话讲的非常的煽动，对不对？他会煽动你的热血的。李一他 dis 这段话哦，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当你在人生旅途上碰到真正的爱情的时候，你就知道，除了自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置于真爱之上。” 碌碌无为也是人生，为什么要羞耻？年华终会消逝，何为虚度？什么是人类的解放？是谁附托你、授权你去解放？强加人于他人的解放事业，为什么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通通都经不起推敲？仔细想想，毛病很多。所以他说，这种为了人类解放而斗争的事业，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当中，就是徐志摩当年预测的，在不断的制造血污海。徐志摩在一九二五年的时候，他去了共产革命之后的莫斯科。 他看到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实况，他对于俄国革命非常的幻灭哈，所以徐志摩写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这些共产党人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在现世界跟那个天堂中间隔着一座海，是一座雪屋海，人类可以游得过这个雪海才能够登到彼岸，而他们决定先实现那雪海。 这这个文章登出来之后，徐志摩当时主编的《晨报》啊，被左翼青年烧掉了。啊，但徐志摩并没有改变他的想法。现在回头看这段发言，徐志摩是先知啊。这个雪屋海，呃，从一九五零年代的反右，到后来的大跃进，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乃至于一九七零年代的柬埔寨的赤柬政权，其实都是。 都是当权者，他们妄图要用最快的方式实现全部的人齐头平等的天堂，而把全国人推进地狱，创造了这样的血无海。我们看到“血无海”三个字，想到的就是这样的满目的红啊！红是革命的颜色，是解放的颜色，也是鲜血的颜色。那么，我们离这个时代似乎很遥远。这是北京市中小学革命师生造反委员会的海报啊。 我们真的离这个时代那么遥远吗？其实也不一定，其实还真的不一定哦。嗯，文革带给李怡的反省是什么？其实那个时代他，他那个李怡她是在中国出生的，后来到了香港，他对于呃那个乱世，对于那个大时代，她有第一手的经验。而且我们现在很可以换位思考去理解那个年代的革命青年为什么会信仰这种大我远重于小我。 啊，把个人主义压抑下来的这种这种主义的信仰，因为在那样的时代，你很容易会感觉到国族存亡比个人的小我要来的重大太多太多啊。但是，他慢慢的在回顾那段时期的时候，包括他自己亲身的经验，他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很多很多非人的，对于人如何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面想做一个正常人，也不可得。 的这种极其扭曲的摧折跟羞辱的经验，他自己是非常侥幸的逃过了那样的劫难，但是也目睹了非常多的悲剧。嗯，他最后总结的一段话是这么说的：“他说，权力是一切啊，有权不用，于其作废，是专权体制的最高法则。这是文化大革命带给全中国人的最深刻的教训，也是随后几十年经济政治体制变化发展最重要的原因。” 那么，文革同时影响到了当时的香港。一九六零年代的香港跟后来我们所熟悉的香港是非常不一样的哦。那么，一九六七年曾经有过香港的这个左左翼的运动者，他们掀起了后来我们习惯称之为“六七暴动”的一连串的抗争事件。当时在街上出现了土制炸弹，还贴着这样的标语：“红烧白皮猪，生炒黄皮狗。”嗯。 我们其实，在现在的世界上各个地方都可以看到，我们把跟你自己的立场跟信仰不一样的人贬低为非人类。事实上，这个是从纳粹时代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一种方式。当你把你的你你所不认同或者你看不起或者相对弱势或者不一样的人看成是非人类的时候，你就可以对他们做出各种你不会对人类身上做出的事情。这个就是这样的意思。土制炸弹，他们那时候叫做菠萝啊，那。 我是在西西的《我城》小说里面第一次看到“菠萝”这样的说法。他在我城的小说里提到菠萝，说：“嗯，街上出现了菠萝，结果吃掉了小孩子的手跟脚。”啊，当时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呃、啊，伤及无辜，炸死了小朋友啊，甚至于这个立场不同的 DJ 也也被炸死了、啊、甚至还有火烧车的这样的事情。那六七暴动后来是不了了之的，因为本来。 当时的这个左报啊，非常激昂慷慨的在宣告说，他们要难度夺回这个被英国殖民政府呃侵占的地方啊！大家以为解放军是不是真的要难度了？后来并没有啊，毕竟毛泽东没有这样的胆量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六七暴动是雷声大雨点小的结束了。但是李怡他说，反英抗暴的失败，揭穿了中国的底牌，使香港市民对英治下的香港有了认同感。 而也使英国管制者产生对香港的认同感，有了搞好香港的意思。所以他说，一旦土地、人民、主权三元素，掌权者跟人民都对土地有认同感的时候，就会为这个地方的发展开拓出辉煌的局面。所以，随着暴动的收摊，是香港历史上最辉最辉煌的时代的开始。从六七暴动到一九七零年代，香港的经济起飞，以及我们所熟悉的香港是怎么样变成我们所知道的香港，礼仪的这本书里面帮我解释的，让我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啊，这一切都是从那样的时代一路转移过来的，所以香港人并不是天生就是香港人的，香港人的集体意识这种呃这种形成，对于香港这个地方的这种这种认同啊，大概是经历了这样的事情才有办法成立的。那对啊，乐色虫是对就功德心嘛，然一九七九年的地铁通车，那香港的住民绝大部分都是一九四九年之后南渡。 为了避秦乱而去到香港的，他们想的也不过就是过过要过太平日子。但是二零二一年的时候，习近平说：“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李怡他说：“最高领导人现在告诉我们，说过太平日子是不切实际的。其实几千年来老百姓想的也不过就是过过太平日子啊。所以仔细想一想，习近平说那番话是非常恐怖的啊。” 那一九八四年中英联合声明的签订，当时大家对中国还是寄予希望的，当然不会想到一九八九年发生了六四天安门事件，也不会想到二零一九年反送中之后，中英联合声明变成了废纸。事后他们回头去反省那段历程，他们发现你把对方当成一个文明的对手是不可能的，因为不管中国怎么承诺，不管文本怎么设计，在没有法治自由传统的国家都不可能守得住法治规则。 所以只要上了谈判桌，中共就一定赢，因为所有承诺他都不会遵守。各位同学，这要记下来，这很重要哦。合 <laughs> 理飞也好，和平协商也好，和平共处也好，是说给善良文明的人听的。但是集权政体同时也会说这些话，但他们自己并不相信，因为他们只相信暴力形成的权利。 为了稳固他们的绝对权利，并没有得到民意的授权，他们必须不断的在内部和外部制造敌人。这个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或者全世界集权政体的本质非常透彻的论述。而在余英时先生的这本政论集里面，对于这样的观念有更深入的解析，而我也很推荐大家找来一并读一读，非常的精彩。余英时曾经写了给九十年代台湾。 这样的一段话，这是给所有媒体人的共勉：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亦可以丧邦，故立言者不可不慎也。现在网络上胡说八道东西，乱七八糟一大堆，哦，大家都应该回头温习一下余英时说的这段话。嗯，二零二一年《时代革命》这部记录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纪录片拿下了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李怡去看了视片，并且在后来分享了一段话，他说：“不要认为香港发生的事情跟你们没有关系。” 香港曾经享有过比你们现在更自由的空气，但是顷刻之间就灭绝了。自由是不能够通过血脉传给下一代的，自由不在我们的基因里面。自由需要每一代人每一时刻的警觉去捍卫，才能够传承下去。就算你失败了，至少你捍卫过。而杰弗逊说：“自由的代价是永恒的警觉。要是失去了警觉，就会像我这样，到了晚年就要对下一代、下下一代的香港人说，曾经自由的香港是什么样子的。”就在我们此刻。 分享周三读书会的时候，呃，我也想到李怡曾经说过这段话：每一个人都有更多的勇气去忍受别人身上的痛苦。我在这儿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我们都有更多的勇气去忍受别人身上的痛苦。包括最近坐了三年半的牢的黎智英，现在正在受审，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被判终身监禁。包括即将要失踪满一年的复察，现在不知道人在哪里，是否平安。李怡他说：“每一个凭良知驱使的行为都不是白费的。” 对自己不是，对社会、对人类、对历史也不是。他的这个失败者回忆录，虽然他说他是失败者，但他至少做过了这样的努力。我希望我们在此刻的现在，我们能够凭自己的良知的驱使去做出我们认为值得跟正确的事情。我们不需要为下一代跟下下一代的台湾人说曾经自由的台湾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也希望不要被未来的我们的后代看成是失败者的一代。这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我们欢迎焦元普讲讲《追忆似水年华》，还有加《家变》。大家晚安，谢谢马芳哦。我二零二四最想重读的两本，应该说是两部作品哦。一个是王文兴教授的《家变》，另一个是哦，总共有七大册的《追忆似水年华》啊、哦。好，我我我已经听到了，就有朋友才听到这个书名，就打了巨大的呵欠哈。不过这也不能怪大家啊，因为。 就像是推理小说名家普洛克曾经说过的：“如果大家都知道《追忆似水年华》的功效的话，那全世界的安眠药的药厂都要倒闭了。”好，那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选呢？呃，重读家变的原因显而易见。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很多对于王文兴教授的温暖追忆，但是要让一位作家永远活在我们心里的唯一方法，就像刚才提到的李仪或李一冰。 那就是重读、继续读他们的作品。至于《追忆似水年华》呢，台湾正有两家出版社在挑战。啊、哦，联经出版是邀请七位译者，一人翻译一册，啊、哦，要在二零二四五十周年社庆的时候推出新版。而木马文化呢，则是请陈太医老师，一人要挑战七册，以十年为期翻完。第一册已经问世了，所以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怎么样可以有两套台湾译者？ 完成的《追忆似水年华》，再加上大块文化就出版的这个单套的翻译计划，所以从今年算起的十年之内，台湾会迎向普鲁斯特翻译盛世，啊，对，就是说我们的这一生必然错过了很多盛世啊，但是这次的普鲁斯特盛世就在我们面前发生，而且大家要做的也不是什么无氧攀登圣母峰，你就是参与阅读，所以何乐而不为呢？啊。 不过呢，我之所以把这两部作品放在一起介绍，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觉得他们都展现了时间以及音乐的魔法。既然我的本行是音乐啊，所以今天就让我跟大家来分享如何以音乐的概念来读他们，说不定对您会有意外的帮助哦、啊。首先来看《追忆似水年华》，这真的是一本很难读完的书啊。这普鲁斯特的弟弟就说啊，如果不是摔断腿。 非得待在家里，那谁能读完呢？不过大家不要觉得说读完很难为情啊。我们看一下这七册在法国的销量，光是第二册的购买人数就只有第一册的一半，然后呢之后呢又再减一半，也就是说买了第一册的人呢只有四分之一会把后面六本买完，但买完也不保证会看完嘛。所以不要说是我们了，这个法国人自己也看不完啊。哦 但是没有看完可惜吗？可惜，因为这七册呢合起来是一个美丽的拱门，前后对称呼应，整部小说也像是大教堂。这无论里面有多么繁复的装饰，它的结构仍然是清晰、简单、稳重的。但你要读完才能够知道啊！而且呢，这个大教堂啊很特别，就是说它的外观结构跟内部装饰。 也不是传统这种局部跟整体之间的关系。这部小说最神奇的一点就是，它的局部就是整体，整体就是局部，而且无论局部或整体，它们都会前后对照，相互影响。甚至当你终于读到第七册的最后一句的时候，你会惊讶地发现，它可以接到第一册的第一句。以整部小说像是一个循环。 啊，那这样写当然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在最后，这个小说的叙述者就是要怎么样呢？要动手写一部小说。因此，我们读到的《追忆似水年华》可以是这个故事中的故事，是小说叙述者所写出来的一个可能的版本。所以，如果您没有读到第七册，就无法全面知道它的厉害，也就无法真正了解为什么我们说它是一部伟大的小说，而不只是强效安眠药。<laughs> 好，那我们要怎么读呢？首先，我们要认清小说的主题是什么。不少人以为《追忆似水年华》讲的啊，就是书名嘛，《追忆似水年华、啊》呀，就是作者自己的童年往事啊，对不对？哦，里面充满了对于聚会、晚宴、琐事的描述，还有巴黎啊、哦、几个贵族世家、社交名流之间的人际亲属，还有婚姻关系。嗯，不是的，《追忆似水年华》。 不是普鲁斯特的自传，不是史实，而是虚构小说，是幻想出来的作品。当然，为了让这个幻想有说服力，就像刚才张伟雄老师说的，哦，这个写实主义小说的基本功，普鲁斯特非常用心的做好各种调查，得到了丰富的知识，而他用这个知识再造，或者说什么呢？召唤出一个往日世界。他不是去。 描写过去，而是去创造一个过去。那从他创造出来的过去里面呢，普鲁斯特去寻找他这一生最真实的宝藏。这个宝藏当然不是我们刚刚说的什么这些人际关系跟琐事，这个宝藏就是时间。整部小说的主题是时间，或者说是时光。普鲁斯特给了这个小说好时间的形式。 让所有人物投注其中，他所写的人事地物只是用来呈现时间这个主题的载体，就像贝多芬的第五号交响曲啊，我们听到这个开头噔噔噔噔啊，但是这个旋律只是载体，贝多芬用这个旋律来写的是命运，因此要了解这部作品，第一就是知道“追忆似水年华”这六个字看起来是小说内容，是我们对这小说的第一印象，但它其实呢是个。 误导人的书名，这不只是中文版本的问题哦。我们看这部小说的第一个英译本，哦，书名叫做《呃，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这的确怎么样呢？是追忆过去之事。但它的法文原名翻成英文应该是《In Search of Lost Time》，寻找逝去的时间或时光。所以透过人际关系跟琐事，普鲁斯特写。 时间在持续之中的发展变化，他以精心设计的情节跟文具，既可以把时间做无限的铺陈，也可以怎么样把时间任意的压缩，过去、现在、未来，可以在意识流之间颠倒、交叠、互相渗透。我读这部小说啊，真的是绕了好大一圈，才发现这个它的主题——时间。 作者在发文书名就告诉我们了，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重蹈覆辙。追忆似水年华是行之有年的优美书名，但这只是表象，真正的书名也是真正的主题是寻找逝去的时间。而一旦掌握住主题，那我们在读这个故事的同时，也可以思考作者如何掌握时间，怎么写时间这件事情，也就能够看透他安排各种情节背后的道理。 也在这层意义上面呢、啊，我必须要说，难怪普鲁斯特会大量的引用而且使用音乐，因为音乐和时间最相关。在第一册的第二部分，鼎鼎大名的《斯万之恋》就是这样的代表。普鲁斯特写斯万和交际花奥黛特的爱情，并以第一部分啊就出现的一个看似平凡的虚构作曲家凡德伊他小提琴奏鸣曲中的一段小乐句，当成是这段感情的主题曲。 这是一个很高明的策略，因为在一首曲子里面，一段旋律，像这里的，然后一段小乐句，可以多次出现。特别在普鲁斯特的时代，这样作曲手法叫做循环曲式，是当时的主流。即使这个旋律不变，我们也会因为它每次出现的前后脉络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感受。而这就是《斯万之恋》，女主角的行为会因为斯万对她生活的认识不同，而有不同的感受。 同件事，就想它第二次、第三次，可以从福音变成谎言，从谎言变成诅咒。进一步来想，我们说旋律它的性质是什么呢？作曲家写旋律的时候，当然赋予了它一定的情感跟意义。但是演奏演唱的人，我们也可以透过表现方式去改变这个情感跟意义。比方说，我们说大调通常表现这个快乐，像影集《Friends》六人行的主题曲，这够快乐的吧？ 可是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看《六人行》重聚这个特别节目，当我们听到这主题曲，用弦乐团慢速去演奏，哎，我们就感伤了起来。小调可以表现哀伤，但是用轻快的方式，像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是不是啊？这是小调，那小调也可以表现快乐啊。同一段旋律，哦，我们可以变动的远远不只是速度，还有音高、强弱、调性、情感。 还有种种的变奏与变形，普鲁斯特就用这种方式，让这个凡德伊奏鸣曲的一段小乐句和斯万的爱情交织在一起，互为参照变化。用这种方式，普鲁斯特使他的文学创作有了崭新的艺术价值。不然说老实话啊，他写斯万之恋，写人在爱情当中的甜蜜苦涩、患得患失，这还要他来写吗 <laughs>？对不对？能写都去写过了。 你去看任何一本心灵鸡汤书，或者就去看这个 Instagram 上面的啊，这种这一些教人度过失恋的账号啊，我自己也很需要啊。大家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是不是？光写这些，无论你文笔有多优美，比喻有多巧妙，成果究竟毕竟,毕竟会消失在文学的时间长河里。布鲁斯特把音乐跟爱情这两个最受时间影响的事柔合在一起写。 这个成果就确立了他的文学地位，但这还只是他向音乐取法最基本的一项。刚刚说到，旋律可以做各种的变形跟变奏，整部小说提到的事也几乎都是怎么样彼此的变形跟变奏。这可以分成前后或者是水平的关系。就前后关系来讲，布鲁斯特为我们揭示的人生道理在于啊，他发现我们周遭的一切。 其实是怎么样呢？是绕着由相似因素所构成的轨道在运行，因此不同阶级的人，他的行为本质并没有差太多。又比方说，小时候第一部分，我们看到还是孩子时候的叙述者啊，每天晚上就是为着能够在睡前得到妈妈的 kiss good night 而患得患失。这件事情的变形，就是刚才提到的斯万对奥黛特的爱。那这段斯万之恋。 也成为长大的叙述者之后，和其他女孩之间感情关系的这个变化啊的原型。所以我们刚刚说，整部小说局部跟整体啊是互相影响，这就是其中的一项。而就这水平关系来讲，一开始我们看到叙述者的家人眼里的斯万，和真的在巴黎社交圈里的斯万是相当不同的哦。整部小说中，他的人物跟他们的性格都和斯万一样，不是绝对。 而是相对的，读者会从小说中这个其他人的眼光里面，看到各式各样的这些人物，也就是各式各样的变形。为此，普鲁斯特真的是埋了好多好多伏笔，拉了好长好长的线，有些不到最后一册啊，你是不会知道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读到最后。而你真的读到结尾的话，那又是一个何其震撼的结尾！好，不过呢，既然局部就是整体，如果能够精读第一册。 充分掌握啊，布鲁斯特的文风还有写作策略的话，相信会事半功倍。也因为局部就是整体，好了。如果您真的是卡在第一册第一部分啊，我知道很多人卡在这个地方啊，我建议您不妨怎么样呢？先读第二部分《四万之恋》，再回来读第一部分，相信会容易许多。阅读《追忆似水年华》，可以让我们更理解时间。从这个意义上面呢，我们可以怎么可以更理解音乐？ 大家可能理所当然的认为啊，这个音乐是这个声音的艺术，不是？音乐其实是时间的艺术。声音包括极径，是作曲家用来组织时间的工具。你在一首曲子不同地方，你就是各选十秒钟来听，你所感受到的时间这个长短绝对是不一样的。也因为声音是作曲家组织时间的工具，那这个组织必须要有章法，有些章法。 比方说，传统大小调和声系统，好，我们听到流行歌曲，啊，这些我们很熟；有一些像是什么无调性序列啊，这听起来就是猫在钢琴上昏倒了，对我们很不熟。但不能说我们不熟，我们就说这个作品是乱来。比方说，你看一幅美国画家 Jackson Pollock 的抽象画，你可能会想，这跟随机把这个颜料泼上去没什么不同吧？哈，但是数学家会用运算结果告诉你。 你随机泼颜料，你得到的成果绝对不会是他画作的那个样子。音乐也是一样，即使是你不知道这个章法，无法分析，你还是能够感受到乐曲的收放张弛以及其中的情感张力。用这个观点，我们可以去探索很多我们不了解他创作章法的作品，也可以相当享受。毕竟同样是抽象画，同样看不懂啊，为什么 Pollock 会带来特别强烈的感受呢？ 那为什么王文兴的《背海的人》和《简易史》虽然很难懂、很难读，但是读起来还是有魅力呢？至于《加变》啊、哦，讨论的作品很多，包括作者自己整理的《加变六讲》，我就不赘述了。但是我想提的是，《加变》真的是很音乐性的作品。这里的音乐性，并不只是反映在文句念起来的抑扬顿挫和音韵组合，也在小说本身的结构和速度。 加变啊，顾名思义就是加变。它呵呵有三个部分啊，里面的段落呢有用英文字母标示的，也有用阿拉伯数字标示的。这个篇幅可以相差很大啊。比方说，我们看这一面啊，还有这一面，哇，是真的相差很大哦、啊。但是呢，米兰昆德拉也用过这种技巧哦，而且他就是用音乐来解释。他的小说通常是七部分，各自像是乐曲的一个乐章。一部分里面呢，如果篇幅少。 但章节多，那就是事件发生快，速度是快版或几版；如果篇幅长又章节少，那就是慢版或者是缓版。当我们读加变的这个段落铺排，也可以用速度去思考作者安排的道理。加变还有什么呢？不少特别的排版跟这个用字，或许我们可以试着把里面的粗体字当成乐谱上面的图强，把一些不按常规的用字。 当成音乐里的装饰音或者是不和谐音，我们去想他们出现的前后铺排与脉络，我觉得您可能会得到相当有趣的感想。最后，既然《加辩是很音乐性的小说，那作者怎么读它？一方面可以给我们参考，一方面也可能带来困惑。就是像所有的作曲家演奏自己的曲子啊、哦，其实多少会带来这样的问题。比方说德布西的钢琴曲《沉默的教堂》，如果对照德布西自己的演奏， 那么，好，就在这个地方开始啊，第一行结尾开始，他用了叫谱上快一倍的速度。好，那他既然这样弹，为什么不这样写呢？我听过最直观的解释在于说呢，如果他要照他这个弹的方式来写，那他这边就不会用这种空心的二分音符，而会是像最后一行结尾啊这个实心的四分音符。但这里的音乐的感觉偏偏是漂浮的、空灵的。 所以德布西不想用这种黑黑的啊，全是实心的这个音符来写。这跟王文兴在《家变六讲》第四讲里面提到自己把主角范晔啊读成范华，或许是可以互相比拟了。好了，如果我们要这样推敲，把小说当成乐谱来钻研，包括思索《家变》里面里面的英文、注英文、变体字出现的时机，你会发现，《家变》序言说。 文学作品读者理想的速度应该在每小时一千字上下，一天不超过二小时，其实是很合理的建议呢。啊、哦，最后如果还有什么建议的话，追一次《水年华》前四册，我觉得你每册可以花一个月去精读，后面三册呢，由于篇幅较少，加起来两个月可以读完，那这样就是六个月。至于加变呢，你可以用另外六个月去读它。啊、哦，你看我，你看这个书融为一体了啊、哦。好。<laughs> 总之呢，啊，您可以试着用您的速度来读《追忆似水年华》，用王文兴的速度来读《家变》，如此一来，就是十二个月，您二零二四一年的读书计划也就满了。至于成效如何呢？我们后会有期，明年再会。谢谢大家。谢谢谢谢焦元普好的，下一位要演讲的是韩良义，《好吃不过家常菜》，欢迎韩良义。 啊、嗯，谢谢马芳。呃，各位好，我是海良玉，我是一个呃写作者。我写作的主题常常是跟饮食有关，有为写作、呃、生活散文啊。那今天呢，我要讲的题目是书桌上的马铃薯并不小。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在西谚当中啊，我们常讲 small potatoes，啊，就是小马铃薯。小马铃薯。 我是当过美语老师了啊，所以今天来复习一下我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什么叫 small potatoes 呢？它是小马铃薯，可是它也指的是微不足道的、微小的事物啊。可是我今天要讲的两本书啊。 为什么要用取这个名字呢？我先卖一个关子啊！我们来看看我今天要讲的是哪两本书。我今天发现非常好玩的是，我刚刚听呃张伟雄、听钟峰、听宇文正，然后我们也听了李慧珍，然、啊、后我们听了这个教元普。哎，我觉得发现我在听的过程当中，我们所有所有的这些总共十位啊，还有包含马芳哈，我们都没有商量我们自己要读什么书。 好，或者是我们要介绍什么书？可是我在边听，尤其在听马芳啊、呃、讲的时候，我想说，哎，奇怪了，怎么大家选择在冥冥之中都都好像提到了我要讲到的事情？好，先来看，啊、呃，我今天要介绍的啊、呃，这个右边这一本呢是薯条与油封大蒜，啊、呃，这个比较可以想象，跟马铃薯有关嘛，哈、哦，薯条是马铃薯做的嘛。那呃，这个右边这一本呢是荒游医生。 孙大强的人生随笔啊，孙大强可能有些人并不太知道啊。我待会会介先介绍这个呃孙大强先生他的这本书啊。那我为什么我说刚刚像马芳他讲的是李仪的失败者回忆录啊？那今天宇文正也讲的苏东坡新传是一个传记，然后是一个回忆录。我今天要讲的这两本书哈、啊，在啊啊这个荒游一生。 就是一个回忆录啊，那这完全符合 memoir。可是另外一本《薯条与油封大蒜》啊，在我看来，它也是一个 memoir。不是人走了或老了才能写 memoir，你也可以四十岁时候写一本 memoir。那他这本回忆录呢，我认为是呃陈鲁宽先生他写的有关于一个餐馆的进化。 的回忆录。好，我先从哎，我们这个总之是还是有点敬老尊贤，所以我先从这个荒游一生开始讲啊。孙大强先生呢，《荒游生》孙大强的人生随笔啊。孙大强先生，大家可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啊。他的英文名字叫 John，啊、呃，所以在呃国际上头，大家喊他都讲 John 孙啊或 John Sun。可是如果提到一个。 在我们今天的前面的朋友啊，包含了马芳，包含了这呃袁普啊，我们提到了两个，在图片上或者在言语上头都已经听到的。马芳在香港那边，我们有看到一个很多香港后来西化的一些一些图片啊。然后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呃，刚刚袁普也提到了拱门啊，提到了拱门，刚刚在香港有一个画面。 其实两个是有连接的，没错，我说的是麦当劳。麦当劳就是黄金拱门。孙大强先生就是把麦当劳，他跟他弟弟引进到台湾的那一位。孙氏兄弟在八零年代中期的时候引进了这个呃麦当劳。在他将近呃八十岁的时候，他出版就是去年，他今年满八十，他可以对我来讲是一个老大哥。 陈路宽呢是一个呃小老弟吧啊，所以今天要介绍的是、呃，一个是老大哥的书，一个是小老弟的书啊。那这两个人为什么我我要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除了跟马铃薯有关系之外，大家讲到麦当劳会不会想到第一个就是麦当劳薯条嘛？啊，那再过来要讲的这个回忆录呢，我先来简单的讲一下孙大强的他的这个呃人生啊啊。 要知道他的人生，当然应该要看他的书。我来讲，我只是能复述一点点。孙大强的这个祖父叫孙连仲，如果对这个民国史稍微有一点理解的话，知道孙连仲其实是在国民军啊，就是在抗战时代的一个一个名将。他的那个外祖父叫宋启元，另外一位名将。所以孙大强、孙氏兄弟其实是所谓的这个当朝的显贵。 他们的祖父、外祖父，可是，在呃一九四九年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选择来到台湾。那个时候他大概五岁，他们去到了香港，是有意识的孙氏，有意识的不要来到台湾，因为觉得会太复杂，这跟政治啊、呃、是有关系嘛。所以孙大强他在他的这个荒游一生当中，他说他祖籍天津。 啊，他是天津出发，香港启蒙，然后后来他在青少年时代到了澳洲念书，所以他说是澳洲加工啊。然后在他念大学的时候，他去到了美国，在一九六三年，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年，一个年年、呃、一个年年啊一一个年怎么那一年了？所以他他说他自己是美国添料加添那个调味料啊。 那在1963年有什么事情对于美国甚至近代史上都很重要呢？就在孙大强1963年8月到了美国后不久，他有一天在书房里面这个准备他的功课的时候，有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发生了——甘乃迪遇刺。他就在1963年甘乃迪遇刺的时候到了美国，然后孙大强其实我一直觉得他这个书叫《荒有一生》有他的道理。 张二强他其实从小一直念的是英语的学堂，从呃在香港开始，一直到澳洲，后来到美国，他其实没有真正的受过正式的中文的教育。可是因为他的他们家庭的背景的关系，他的父亲希望他能够透过一些比较类似读册，就是小孩书了啊，有有图片的。 这个呃，希望能够培养他这个华语的、华文的这个基础。加上呢，我们大家都要感谢武侠小说了啊，很多的 ABC，很多的这个在海外的华人啊，其实中文的基础的这个累积跟奠定，跟武侠小说有关系。孙大强也是这样子一位，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会呃介绍这本书，推荐这本书，除了有孙大强，他作为一个八十岁的一位，我现在看来是老大哥、老先生啊。 可是他就是，因为他的人生的背景跟我们在台湾大部分的老人家其实不太一样。他做，他一直都是一个离散的人。他从中国到了香港啊，到了澳洲，到了美国，然后包含他在美国的那一段时间，是他最青春的时光。那么他看到他们在香港其实也是一个西化的一个环境啊。 那他也在他香港片当当中讲到了，说其实那是一个很美国，虽然是英国政府，事实上是在一个整个美国的这个大众文化的一个感染下。然后后来他到了美国，因缘际会，他啊就大学念一念，后来去念的心理学研究所。可是后来他发现啊，他其实就投入了一个投入商业的体制。他投入商业体制，因缘际会到了一个公司，后来竟然是在帮 Snoopy。 Peanuts 花生漫画来做授权，就是把 Snoopy 你你要做文具啊，你要拿 Snoopy 的肖像，我们就把这个肖像授权给你。因为这一层关系呢，那个时候他们需要在亚洲。大家知道，七零年代中的时候，台湾的经济慢慢慢慢慢慢起来了，在啊、呃、这石油危机之后。 因缘际会，他自告奋勇说：“我去台湾。”在那之前，他没有在台湾念过书，可是他华语流利，然后他英语非常流利，所以他说：“我要到台湾去，我要去推广 Snoopy，条件是我要抽佣，你不要给我薪水，可是我所卖的东西我都要拿一部分的钱。”他在台湾就成功了，成功之后呢？ 他有一次，他认识了一个人，新加坡人。他们一起在美国回到美国的时候，要常回去出差，他家人在那里。他们有一次行经了到了赌城啊，Las Vegas 行经了一片荒广漠的这个沙漠，只有一个麦当劳。 人潮汹涌，他说一路上没有人烟，怎么会有个麦当劳人潮汹涌？他在书里面也讲了，因为他们忽略了有一年有一个游览车，哎呀，人家游览车把整队的人带去旅团客啊，带去那边吃饭。可是他就觉得，哎，这个麦当劳，我们是不是可以去谈一下？所以他们就果真啊，谈到了现在新加坡。 啊、呃，这个代理麦当劳，后来在台湾，其实那个时候我知道，呃，跟这个统一有在竞争。后来是他拿到了这个代代理权，其实应该不是加盟权。他在书当中有提到，不是加盟，因为麦当劳希望能够做的是一个合伙企业，所以他也要持股，他不能光只是一个加盟事业而已。我为什么会花这么多时间讲呢？因为这跟我我们等一下要介绍陈路宽的书当然是有关系。 他在一九八四年的时候，呃，他们还要先被去麦当劳大学上学啊，他们经理人，然后他们学会了麦当劳一整套的管理的方式，一整套的流程，所以在一九八四年，呃，他把麦当劳带来台湾，然后在民生东路啊，离这里不远啊，开了第一家麦当劳，然后此后相当有好几年持续的成为。 个体店单店全球营业额最高，然后卖的最好的就是炸薯条。那可是，在书里面他也讲到了啊，他说其实当时啊，麦当劳对于品质的啊注重啊，对于服务啊啊，对于卫生的设备的要求，在当时的台湾其实是很陌生的。 那么还有麦当劳带来的一个啊，除了这个食物之外啊，啊、呃、还有呃，就是半工半读的，哎，这个这个所谓工时制度也是麦当劳开始。我要说的是，在这些书里面呢，我所看到的不光是他讲到他把台湾啊、呃、这个麦当劳带到台湾来，他后来还带。 带了什么？DJ、I、Friday、Haruka 费，他是在一个，他其实是一个受过啊、呃、有华人一点情怀，然后受过西方教育啊，那他自己喜欢呃舞文弄墨，还会写英文诗这样子的一个老先生。他其实最主要引进来说，他是在美国文化当中沉浸其中。 其实他没有那么多的文人的反省、思索或者颠覆，没有。他觉得这个事情我可以把它引进到亚洲来，他就这么做了。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是，其实麦当劳这个素食来到台湾啊，素食文化来到台湾，可以说是台湾就是整个世界的全球化，台湾跟上了一个初期的一个一个。 呃，跟跟上了这个脚步啊。那在为什么会推荐这个回忆录呢？除了这一部分，对于我个人来讲，因为我是写作饮食的人嘛，所以我对于美国的这个素食文化来到台湾带啊，他、呃、带来这个美国的呃美式的饮食、素食的饮食来到台湾，真是又憎又爱，又爱又恨。在书里面，呃。 呃，过呃是呃这个 John 他也写到了，其实麦当劳推广了很多他们这个美式的光明啊，你知道一致性啊，什么服务，他唯独就是不提薯条里面含有多少的盐，然后汉堡里面含有多少的饱和脂肪，他在书里面也讲这个是他们隐而不宣，所以麦当劳其实对于台湾我们现在人越来越过重啊，是有一点贡献的啦。 好，那么在这书我推荐这本回忆录，是因为一就一如这个刚马芳讲到的，虽然这两个人把他跟李仪做比较是非常奇怪的，可是我们同样都看到的一个一个老先生不发牢骚，不发牢骚，只是就是说出他自己认为在他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当然回忆录啊，我觉得是呃很一体两面的。 我们喜欢读回忆录，是因为我们喜欢那种第一人称啊，第一人称让我们感觉是亲切的。听一个故事，当然回忆录也有可能是中间会有一些。 你知道隐藏一些事实会替自己美化，那呃，可是就是最起码我看到了，跟马芳提到这是一个没有牢骚的一个回忆录。那再过来呢，啊，这本书我就很自然，因为马铃薯薯条的关系，他们当初要去美国，呃，去拜访那个马铃薯的工厂，从头到尾看他如何是机器从清洗到后来的成品，一贯的成型啊。那我就看到了。 跟下面一本，我自己要控制，我忘记。哎，sorry，哎，回去。好，《薯条与油封大蒜呢》呢是陈陆宽写的一本书啊，近期出版。陈陆宽出生在一九八零年代，我刚刚看到陈陆宽在这里啊，不会介意我透露你的年龄哈。一九八零年代出生，换句话说，他正是在呃这个麦当劳来到台湾以后是。 被麦当劳这样子的食物喂养而大的一个世代，而在他这本书里面，主要是写他二零零九年创办的一个餐厅，叫做“猫下去”。那“猫下去”呢，在二零一八年的时候，陈如乖很有意识的。 因为他一趟二零一七年去纽约的这个呃拜访之旅，很有意识的要把 m a s 去本来是台湾的一个餐酒馆的一个先锋，他要把所有有关于西式餐饮的框架通通要拿掉，他要做一个所谓的新台北家常菜。 那为什么我会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的原因也是在这里啊？曾大强是因为商业，或者是他对美式文化沉浸在其中，他要把一个美式的饮食、美式的素食啊、呃、引到他所熟悉的另外一个母体的文化当中；而陈慕宽呢，是在一个美式的素食文化啊、呃、喂养。 长大的在亚洲的台湾的一个小孩，那他也是做所谓的美式的食物、西式食物开始。可是在他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时候，他忽然觉得说：“我要拿掉这些框架。”可是拿掉框架，我不要有什么呃 pasta，我不要一定要有 risotto，我就是要做我这一代或我身边我认识的人我们喜欢吃的，他所谓的新台北家常菜。 陈荣宽说什么叫家常菜呢？他说，或许就是说，就是一种通过食物来传递爱的呃呃一个方式啊。其实家常菜，以我我写过好吃不过家常菜。在我看来呢，家常菜，我的家常菜就是所谓的呃台菜，因为我的外婆是呃台南人，或者是所谓的江浙菜，因为我的父亲是江苏人。 还有，因为我的先生是欧洲人，所以有我们家的也家常菜有很多欧式的成分。可是对于我来讲，台湾菜或者是江浙菜或者欧洲菜，什么菜就是什么菜。对于陈露宽这一辈写了呃呃薯条与油封大蒜来讲，这些混杂的融合的没有框架的这个，我们看来可能是他。 有点台又不怎么台，正是我们台湾在目前不管是饮食也好啊，或者是我们整个或者应该讲台北也好的一个面貌，就是这是一个融合。那我们早期讲台湾的饮食的多元化，我们都还没有讲到后面这些。我们只讲到了国共内战之后，所谓外省大江南北来到台湾，带来了一些所谓的外省菜，我们还没有看到。 那我觉得，呃，这个陈龙宽写的这本书让我体会到，台湾的这饮食已经不是我这一辈的人啊，我们有我们这个世代的限制。我看到了另外一个新的世代，他们他作为一个餐饮业者，他有意识的要做出他所谓的呃新台北的家常菜。 我事实上是很话痨，可是我发现我没有超很多，因为他们一直在提醒我，我没有时间了，对不对？好，我的时间到了。那么今天谢谢大家。最后，呃，就是通过呃一个薯条，呃陈路宽的薯条的做法，看了书会知道，跟麦当劳薯条，呃承袭麦当劳，可是又打破了麦当劳的一些限制。今天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韩良义。 呃，我很推荐大家追韩良毅的脸书啊！我每次看他写他的食谱，我最喜欢他写最后要呛一瓶盖绍兴酒。<laughs> 好的，呃，下一位要分享的是我们都很喜欢的，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从他还是愤青时期写的政治诗开始读他的文字。 嗯，后来他的自然书写、生态书写，在这个领域的深耕啊，影响了台湾不止一个世代的写作者。我想还有在座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看过他主持的《行脚》节目。我们热烈掌声欢迎刘克襄。这个刚刚那个韩梁义的题目里面有提到马铃薯那这个马铃薯你知道台语怎么念吗？ 马铃薯的台语叫做“优吉”，这个你们可能很难想象。啊，如果陈冠雪先生知道我用这样的称呼，我相信他会从另外一个世界回过来跟我握手。我今天要讲的是他的名著《田园之秋》，四十年前的十二月的时候，这本书出版的。 这本书出版之后，它被誉为台湾自然写作的经典。但是，但是，它日记体的形式的创作，以及用它的这种自然科学的一种描述，还是会被一些学者来质疑。这种质疑也包括了它的俗世的理念，他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 比较接近近比较远离历史而近于实的一种理想国度，是一直有饱受争议的。但是我们今天重新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很想，我觉得他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在从杂粮运动、从食安问题、从生态环境，甚至从社区的改造，今天去读陈冠学的《田园之秋》，哇，这些东西又可以读到。 很多很多的内容，但是我在今天，我担心时间不够，越讲越快，呃，我只想选他的两篇日记体有很多，他的日记有九月初秋、中秋、晚秋，我只想选他前面的两篇，因为他的形式有争议，大家会觉得他写东西有虚跟实，那哪一些是虚，哪一些是实？有时候我会被踩到地雷，我觉得安全起见，我在读他的时候，我觉得前面几篇。 我会读的比较心安。我今天会选两篇，一篇是九月四号，一篇是九月十号，来作为解释《田园之秋》我对这本书重新定义跟理解。然后我只有这就《田园之秋》的版本哈，一其中一个，但内容完全一样。我今天只有这一张，左边是九月四号，陈冠学。 从他大武山新皮万隆村的老家，坐着牛车往北走。这个万隆村在这里，如果红点没有看到，在右下角，一直到潮州南边有一个叫做轮子顶的地方。这是九月四号的行程。九月十号，他从万隆村他的老家这里，慢慢走走，呃，对不起，在这里慢慢往往往下走，走到一个地方叫凤溪湖。 可是因为“份字”不好听，说变成“基虎”而已。啊，总办能村大姐，这是九月十号。这两天，一个是很写实的，他去卖地瓜。啊，对不起，我要讲番薯，因为陈冠雪先生在《田园之秋》里面一直强调番薯、番薯。我如果讲地瓜，他会从另外一个世界来敲我的头。好、啊，说我要小心，不能讲地瓜，要讲番薯、番薯。那番薯的时候，九月四号去卖番薯。 九月十一号，他去拜访的是一个他梦想中的一个理想的桃花源的小村。哦，这是两篇不一样的。九月十号是写实，九月十一号啊，九月十号他去拜访一个桃花源的小村。那这个小村在不在，也是今天要讨论的主题。九月十号那一天，他的日记一开始是这样写的：一早上，他就在。 处理他那四分地的番籍，就是番薯田。那这番薯田里面，他那一天刚好处理了大概有半个篮球场大。他把番薯叶、番薯藤茎把它除掉，一垄一垄的番薯地瓜，哈，就对不起，有讲地瓜，就那垄那垄起来的时候，他在用锄头去把它除出来。那除完了以后，有很多的小孩，日记里面这样讲，很多小孩帮他把地瓜拿来堆成一堆，他再把一堆一堆拿来整理。 这个整理包括的，把番薯地把它拔掉，清除土，然后检一检检视一下那个番薯有没有臭香臭香跟臭晕了，觉得没有错了，他再把它装到袋子里面。他那一天装了十四袋，那个时候已经是黄昏了，大概下午四点。下午四点这样的九月多的时候，他再把这十四袋放到牛车，然后把自己的赤牛不是黄牛 爱公恰午好，你讲黄牛的话，陈焕学又不高兴了，哈。那赤牛呢，就赤牛牵着这个牛车呢，就去潮州南边的一个小镇，叫做轮仔顶。他穿过了，各位现在看到这张地图，左边这张地图里面有一些红色的路啊，都是小路，红色色比较粗的话是大的马路，这红色的小路呢，基本上是。 碎石子、泥土路，这是一九八五年的地图啊！一九八五年刚好是陈冠学这本《田园之秋》四十年前的经典的，他是在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三年完成的，所以这个地图是非常符合他当时的情形。而这个地地图里面有一个黑色的线，那个是台塘的铁道线。那我为什么特别强调台塘的那个铁道线呢？因为陈冠学驾着赤牛的这个牛车。 载着十四啊，14, 应该是两千台斤的番薯番薯到轮仔艇的时候，会经过很长很长的蔗田的环境，然后翻过一个小丘，才抵达轮仔顶这个小镇。那这个轮仔顶小镇，它是这样形容：，它说轮仔顶这个小镇啊，是有一条番薯街哦。那为什么会会有一条番薯街呢？因为这个番薯街全部都在卖番薯，大概有六七家店。 我猜了啊，呃，那这六七家店里面，他选择一家，他去傍衬把番薯啊，还几个北雕，他在卖的过程里面，他要考虑到这几个地方能不能有一个点，是他可以让牛车可以 parking 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那个店如果有中草，牛就可以在那边休息，喝水的时候可以吃到种草。中草是什么？ 中草就是稻子收割以后，不是有枯的稻杆吗？绑起来，那个叫中草，那是牛最喜欢的。万农村陈冠学住的地方，为什么他只是在收购番薯？为什么都《田园之秋》里面没有提到水田？因为万农村是个全部是沙砾地的环境，蔗田跟沙砾地，那是个非常贫瘠的小村。所以陈冠学牵着赤牛来到了轮仔顶番薯街，要卖番薯。 这里面，他要让牛在这里可以吃到新鲜的，不是在家里吃到的那些野草，所以稻子收割以后的那个稻草感是非常美味的、五星级的。对一只赤牛来讲是这样，可是陈冠学也没有亏待自己。为什么没有亏待自己呢？因为他卖地瓜啊，不是不是对，卖完薯糖卖的非算还不错，怎么不错呢？两千台金。 一九八二年哦，卖了三千五百多块，就是一斤啊，一点五元。这听起来，现在如果对照起来，其实蛮难过的，因为陈冠全那个年代刚好是台湾七零年代、嗯，玉米开始进口，猪养猪开始企业化，韩籍开始没落的，因为猪可以吃到玉米的饲料。 所以，韩鸡没落的时候，那个价格是崩盘的。以前的韩鸡，大家小时候吃韩鸡，他们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而所以，他只能卖到一斤一点五元。可是现在呢？现在的番薯一斤批发价多少呢？二十五到三十五块。如果陈冠学知道现在是卖这样子，他真的会……哦，我不讲了。好，那这种情形下。 陈冠学也难想象，这个年代我们的便利商店卖的那些地瓜哦，这个要特别强调地瓜，便利商店卖的地瓜，你看现在已经变成当道流行。可是在，在陈冠学那个时候，地就是寒橘已经是个快要被淘汰的。可是那个地方一、那个小村镇偏远的，比那个钟永峰住的那个美容还更南方的南方自然最贫瘠的地方，番薯街还存在着。 刚刚讲过，吃牛可以吃虫草，但是但是陈冠学也没有亏待自己，手上口袋有三千多块，他去夜市，但是陈冠学个性脾气很怪，他就要把夜市里面卖的东西要批判一下这个社会文明，这个污染整个人心的污染什么什么，讲了一大堆以后，他去吃一顿告厂自己的夜市的餐点，吃到多好你知道吗？有三样菜，第一个茶拿。 叉叫一盘擦啦，可是他特别写日月称，这就是陈冠学的一个很喜欢的，就是他要用字要用跟人家不一样啊。第二个是一碗蛙贵，第三个是我现在也非常好奇，到底这是什么东西？叫做一碗工的鳝鱼面，鳝鱼面可以一碗工，那是什么东西呀、啊？我不知道，反正他们全部吃完了，吃得饱饱的，好吃得饱饱的以后，他就回家了。这个回家也很神奇。 这个回家根本就是奇幻之旅，他说他先买了一袋的，嗯、呃，那一袋哦，呃的纽橙，什么叫纽橙呢？其实就是柳丁啦。可是陈冠希就是一定要用纽橙这两个字，哦，好，那不管他，他就吃了一颗以后，就坐上牛车就睡着了。但是他有叫那只刺牛哥啊，就那只刺牛回家，结果他睡着了。刺牛根本就是跟现在我们讲说，呃。 特斯拉的那个导航系统，那个车子一样，准时的到了家。他醒来的时候已经到家了。他怎么坐上旅游车，怎么倒下去睡着，他都不清楚。反正就走了一个多小时，从轮灾顶回到万能村，走了一个多小时。他回到家了，好高兴。可是他并没有休息，已经半夜了，他继续整理其他挖出来的地瓜，继续除地头，检视一下，清除泥土，一直到天亮的时候。 是不是要倒头睡了？对不起，没有。这段时间正在忙地瓜，地瓜是四个月前，大概五月或六月开始种，到这个季节九月多的时候已经熟了，已经成熟了。所以他还在忙，忙完了早上忙完怎样？一大早继续用赤牛载着牛车，继续到小镇去分，再去卖给那个会社。他是这样子的忙碌，而这样的忙碌里面。 万农村种地瓜，他不是每一年都有可以种，他用四分地来种，但是每一年种的地瓜，他这里面特别提到，因为如果老是种地瓜，今年种地瓜，明年再继续种地瓜不会长好，可能都是超超运供，可能都是超运，但是他们会轮流栽种，他轮流栽种又种哪四种呢？杂粮呢？他提到了番麦，番麦就是玉米。 可是他一定要讲番麦，哦，这是陈冠学，第二个是胡麻，胡麻就是芝麻。第三是旱稻，旱字稻做、啊、水田的稻子啊，旱稻，旱稻就是不用水的旱稻。这种旱稻是长得是红色长长玉米，现在很流行啊。第四个是土豆，啊，就是花生啊，它就是土豆就是花生哈、啊。那这里面我最吸引我的杂粮栽作里面。 现在已经没有的就是汉道跟胡马就是芝麻这两个。从今天杂粮运动的角度来看，它的品种品源是什么？非常非常好奇。但是陈冠学不小心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了。好，这是第一天。陈冠学在九月四号告诉我的。哎呀，我剩下五分钟，好惨。好，我现在讲九月十号，《虚度之国》往虚度的地方去。那一天早上起来是晨五。 你多久没有看过晨雾？大地有晨雾，伸手不见五指。他走过，穿过一个很广阔的荒野，这个荒野几乎都是田埂子草。然后他走到那个田埂子草的上面，因为他看到了环境是出来。他站在那个土丘上，往南边看。往南边看的时候，呢，看到了一个小村子，叫做粪鸡湖，是一个三百年的小村。这个三百年的小村里面，呃，他们的语言已经失去了，只会讲闽南语。 陈冠学最崇拜的人叫做陶渊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当然，这个《桃花源记》，陶渊明去了，再出来，后来的人就找不到这个地方。陈冠学仿这一篇，把奋起舞当做《桃花源记》的桃花源村，他去了。陶渊明的桃花源不见了。 可是陈冠觉的问鸡屋一直在那里。他走进去的时候，那些平埔族出来，以为他是要来买牛。他说不是，他是从对岸来。哇，他们就招待他，那个招待就像我们在读《桃花源记》一样。这些朋友，这些村子里面的平埔族非常高兴的，那个长相跟台湾的台湾人不太一样的平埔族，比较马来人的平埔族，招待他，招待他，请他吃饭，每个人都要请。他后来选择一家。 结果他给他请的吃的是什么？他给他请吃的是番薯叶，那、啊、番薯，含极枪、含极喉啊，啊、呃、煎蛋鸡的蛋啊，两个煎蛋，还有第四个是印尼亚的尾鱼，不是陀螺那种尾鱼哦，尾鱼有很多种，它是那种海底季那种最便宜那种尾鱼啊，内内陆他吃了这四种，但是最让我吸引的是，他还喝到一种叫做暗番鸡暗。 你有,没有听过“寒鸡暗”吗？这地瓜煮到后来，地瓜拿掉，后，那个细细的，有一点像煤，稀饭那个煤呀、啊。他喝到那个“暗”，哦，看到那个“暗”，我就想说，我也要去试着试吃看看哦。“暗”这个字，“暗”是一个三点水再一个干。好吃完以后，他离开了。他对这个地方充满了怜爱、喜欢，对这个平埔族的这个小村，他说：“这些人不争吵，很和蔼。” 不懂，呃，知识没有什么知识，可是没有知识，有知识是罪恶的，没有知识是最好的，所以他们是快乐和平的民族，他非常向往。当然，这种说法我们当然会会比较谨慎，但这就是陈冠希的俗世的理想。可是这个俗世理想里面有一个问题，问题在哪里？这个平埔族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被汉人逼迫到山脚的这个地方的一个一个小村子。 事实上，往历史回过历史，回到张伟雄提到了历史是过去性，也有现代性。所谓的现代性，它的过去性怎么结？这个皮普族的奋起有这个小村，在康熙那个年代，曾经有一群闽客族群进到这个地方来，为了到更内山的地方去，把排湾族有一种树啊，叫做教力，就是刺是火烧科。 去把那个木头拿来作为经济产业，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张老没有像北部那么多，所以他們放弃了。然后奋起有这个地方本来是汉人占领的地方，平埔族是弱势，可是因为这个地方除了地瓜啊，对不起，又汉地，除了番薯之外什么都没有。那这样的地方又不能种稻，又不能像美浓那样，当然又撤退出来，他撤退到六堆旁边去了。啊，这个我想钟永峰大概就知道这样的历史。 好，那这样的情形之下，陈冠学这个熟识的桃花源村还在不在？现在来看他是不是还是跟过去一样？我不知道，我非常好奇，也想再去。我想选一天有雾的早晨，因为我们太久没有看到雾的早晨了。在那雾的早晨里面，当雾散开的时候，我走进一个荒野，他认为的最。 理想的地方就是荒野，一个人走在里面，然后最后走到一个高原，走到林边溪的高点，往下去看，看到一个奋起那个村子，那个村子现在还在，但这个奋起无这个奋起无这个村子，如果我们照平常那样的方式去接近它，那只是一个闽南式的小村，但是当我们有田园之秋这样的知识的认知，以及对陈冠学他梦想中的 这一个桃花源，有这样的一种想象的时候，它还存在的时候，我们带着这样的桃源之呃田园之秋，之秋进去到它的这个小村，我相信我们会看到不同的田园之秋。这是我想透过今天来跟大家重新阅读这四十年前这一本经典。我想去去看这一个四十年前的桃花源，希望。 有机会大家一起同行，谢谢。谢谢谢谢刘克湘。好，下一位要分享的作者洪爱珠，她除了第一本散文集《老派少女购物路线》，立刻跻身当代最重要的华文散文作家之列。我们热烈鼓掌，欢迎洪爱珠。大家晚安，我是洪爱珠。呃，其实呃。 我我更想说的是我，我呃，今年是我能够读书时间最少的一年，所以我的我唯一读了两本字数超过四十万字的书，一本是我今天要介绍的葛亮的《燕史记》，另外一本就是刚刚焦元普介绍的《追忆似水年华》。那所以因为因为。 当时有一个任务在身的关系，我读《逝水年华》多次，不过都一直在呃第一卷。那非常，那他我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业余读者跟一个写作的呃门外汉慢慢入行的一个阅读经验，它是一个非常奇幻的过程。是呃《珍惜的年华》要读三遍，第一遍的时候呃进展缓慢，但第二遍的时候我开始能够享受里头的很多细节。那今天我主要。 还是要讲《燕食记》，主要是因为我呃，刚刚那个永峰说他在节运上完成了、呃、很多的阅读。我今年因为是一个产妇，我在年初的时候生下小孩，所以呃。 前面的几个月，葛亮这本书是二零一三年初年初的时候出版了繁体中文版，所以我在前头的呃三四个月有只有非常非常破碎的时间能够阅读，但我非常的享受这个小说。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小说呢？今天马芳讲的是香港，那这本书提供了呃香港的另外一个面向，呃，它是一个。 看起来很可口的题材，因为《烟食记》里头有个“识”，大家看到它上头的这个书封有一个很明显的蒸笼，它其实是从一个呃广州的茶楼开始讲故事的。那后头你们看到那个封面上的那个茶楼，那个是十九世纪中叶，十九是一九六一八六零年代的时候，香港第一家呃。 华人的茶楼，当时已经是英殖民时代第一个华人的茶楼，登陆在现在上环的水坑口。那这个故事啊、呃，它是从茶楼里的一对师徒开始讲起的。那呃。 我读这个小说一开始的时候是完全被人物给吸引，主要是呃，他让我从不管从语言或是从故事的脉络，很容易就遁入了一个百年前的香港的时空。这里有两个人物，就就是这一对师徒。呃，师傅的话，他是呃后来呃从广州因为战乱南渡到香港，后来成为茶楼的一个呃。 扛把子，就是、说他是一个关键的导联绒的人物，那他的徒弟是他收的这个呃一个就是，跟他学做联绒的这个徒弟，那这个过程透过两个人的生平，呃，经过了他并不是用线性的方式书写，他是用呃穿时代不断跳跃的方式，把一个大的时代的纵深。 表现出来了。那这个开头的时候，其实是当代，就是文章的开头，其实是当代。第一章他讲的是，呃，有一个茶楼要关了，这个茶楼叫同青楼。在这个小说里，我们很容易能够带入到一个你呃，几乎可以在里头，虽然说名字都换了，你可是你可以带入到一个实际存在的地点。这是葛亮的小说，呃，一直以来很吸引人的地方，所以。 这个同庆楼很容易就让我们联想到香港的莲香楼，因为它是在呃呃是呃就是在 COVID 的期间，它呃有即将要歇业的消息。那这几年香港有非常多呃，尤其是运动以后，还有又经过很大的疫情之后，有非常多的老铺不断不断的在消失。那呃这个同庆楼，它要它要即将要歇结业了，那里头有一个。 呃，年逾八十的老师傅，呃，他要就是他也要退休。那所以书有一个主述者，这个主述者是在两个主角以外的，他是一个研究饮食的教授。他赶紧就到了同情楼，就见到了这对师徒。不过这个故事其实是从一个叛变师门的故事开始讲起的。这个徒弟跟着师傅。 学做莲蓉，那在当时就是五零年代的香港，他是呃，当时这个看家本领是一技傍身，就是说，他你把莲蓉打好了，享誉全城。接下来你就是就是说，大家会呃，每到中秋的时候就会排队买这个莲蓉，就是月饼。如果大家对香港的茶楼有一点印象的话，常常是楼上是茶座，但是楼下会有一个呃，专门卖这个梨饼的。 呃，就是说卖月饼的这个部门，也就是说一个茶楼它的莲蓉打得好不好，是会呃完，就是说是是他的一个招牌，就是说这个莲蓉师傅。那这一对师徒，他呃师傅一开始怎么相中了这个徒弟呢？呃，我觉得这个地方带出了，他看起来是。 啊，他收了一个徒弟，可是他带出了整个啊上世纪中叶的香港茶楼的一个一个风景啊，比如说怎么样呢？比如说他一开始这个师傅他自己在自己的茶楼啊，这个茶楼是同庆楼，他是一个看家的人物，他是不太容易到别人的茶楼去饮茶的，但他一一个礼拜他就休息一天，所以那一天礼拜五的时候，他就会固定到一个同业里头，他比较看得起的。 茶楼叫多南茶楼，到这个茶楼里头一个固定的座位，呃，去一个一中两件。这个时候他就看到了这个他后来成为他徒弟的这个陈武举，就是这个这个小朋友。当时的武举只有呃十多岁。 他已经跟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师傅，这个老师傅他不是厨房的人，他是外场的所谓的茶博士。如果大家到香港的茶楼会看到茶博士，可以拿着一个像他们叫“死人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茶壶，然后你可以看到像特技表演一样的，它是远远的，可以注水。那每一个注水添茶的方式都有它的学名哦。然后他们有时候可以交互的这样。 呃呃，帮客人斟茶。那这个里头有把那个茶楼的当时的怎么样雕龙画栋？大家看到这个封面上，这是香港呃最早的一家华人的茶楼，它就是一个三层楼独栋的建筑。然后每一扇满洲窗，每一个呃木头雕龙画器的地方，都是细细的描写。所以它用大量的细节去支撑，让你在画面上非常的容易进入。 一个百年前的，呃，一个一百年中间的时空，那他就远远的看到的一个小徒弟，然后他说，呃，他看这个徒弟，他从一开始的时候跟在他的，呃，茶博士后头，然后慢慢的，他可以喊出这一些带着鸟笼来，呃，来吃早茶的这些客人的名字。 这个师傅看的是什么呢？这个师傅看的是这个孩子的秉性，所以他后来就把他挖角到自己的手下。呃，香港的茶楼有大案、小案，大案是指做月饼的，是地位最崇高，就是打莲蓉、做做糕点的，是地位最崇高的。小案是我们大家熟悉的点心师傅，做烧麦啊，做呃虾饺这些。呃，吴举就是这个徒弟一开始被放在。 小案，他觉得他永远没有机会到大案了。就是说，他一开始被安插在这个位置，可实际上他是一个三年学诗的缓慢的过程。过了很久，有一天师傅说：“你要到大案来嘛？”他已经跟着这个点心师傅已经学了三年。这个这个小徒弟跟师呃师傅说，跟荣医生就是他的这个师傅说，跟荣师傅说不去。然后荣师傅问他。 为什么不去？他说我已经跟着我的点心师傅聂师傅这么久了，我走了，师傅教的都白费了。所以我看了这个小说，有一个很带入的情感是呃人的那个人的本身的品质。那你几乎说他他们这对从此之后这个。 呃，武举他后来还是被挖到了荣医生的手下，学会打莲蓉。那你想，这么一个耿直的孩子，他他学会了打莲蓉之后，他怎么会叛师门呢？因为呃，他娶了个太太。那他娶了个太太，他其实他太太他们是在一个一这就,就是电视节目里头一个一个厨艺竞赛的时候，个别代表不同的。 呃，背景一个是点一个香港的点心师傅，呃一另外一个是香港有非常大量的上海移民，是在呃四九年后移跟六零年代分两批移民到上海的，那后呃移民到香港的大家知道的，比如说王家卫导演，呃很多人是住在上海的北角这个呃对不起香港的北角这个地方，所以香港有一派非常讲究的上海人。 武举的要娶的这个太太，他是上海菜、本帮菜的传人，所以他们两个在他们两个相识要结婚的时候，太太希望武举可以过来帮他。那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他要离开，把他亲自挖角来培养他这么十多年的呃，荣医生他的这个做就是他的大师傅。 从此之后，师傅不见他。他们俩年年在那个夏，就是年年在那个冬天的时候，年年要带着礼去见师傅的时候，两个夫妇小夫妇在那里淋雨、刮风，师傅不见就是不见。这么两个一个分开的开头，就是说一个一个一个整个整个一个就是是一个师门的。 一个关系，师徒的一个关系，他开展的是两段长的故事。这个呃呃呃，就是说，荣师傅他的童年又是什么呢？我觉得作家作者很巧妙的把呃很巧妙的把这个两个人代表两个城市，一个是荣医生小时候，他其实是在广州出生的，然后。 呃，武举是在香港，所以他们两个的愈合往前推，往后推，总共有横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那这一段时间里头，其实香港或者说整个亚洲，它是一个大的，呃，它这个经历了一个大的变化，包括了呃，辛亥革命，包括民国的诞生。那葛亮。 作为一个小说家，他的他特别钟情于民国时候的人物，因为看他自己的家学渊源有关系，所以他的他的民国人物是写的惟妙惟肖的。然后他也把他带进了这个大历史里头，比如说一开始这个呃小徒弟武举，他打工的不是他打工，就是他当呃还在侦查的那个茶楼是。 的师傅，那个带着他的茶博士，是在杏花楼工作的。杏花楼就是呃，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前常常跟人家谈事情的一个地方。那这些真实的呃场景，不断的出现在小说里头。他们有时候改名字，有时候名字都没改，包括里头有非常多香港早期茶楼的名字。 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出虚入实或出实入虚的一个汇合的功夫。我们知道，呃，作家要做，尤其是小说家，他必须提供非常大量的消化过的田野资料，去支撑他的故事的细节，而使读者呃深浸于其中而不感到呃随时想要不感到出戏。那我觉得这个小说它就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其实它里头已经。 带用了大，已经带入了大量大量的呃资料。那这也、个、是一个呃，香港五六十年代的街景。这个摄影师是何凡，那很多人有一个给他一个称号是他是东方的布列松。那大家看一下，我常常要呃觉得香港作为一个很奇妙的亚洲城市的存在，是你看他现在的样子，你难以想象他也不过就是。 呃，七十、uh, 年前它是现在这个样子的，然后你几乎觉得好像没有痕迹的时候，它又有那么深刻的文化，一路有一路传承至今。比如说我们讲茶楼的文化，茶楼的文化，你现在再去呃，这个书里有一个细节，我给大家分享，因为它是一个很迷人的细节，就是我们去茶楼喝茶的时候，如果你的茶茶水已经干了，你是不是会做一个动作，就是把那个茶壶的盖子，如果它是一个。 金属的，比如说不锈钢的茶壶的话，你就把它那茶茶盖子、茶壶盖子立起来，而远远的茶博士就会知道这个人需要侦茶了。那这个书里有另外一个细节是，这个必须是经过爬书的，或者是经过大量的田野调查，比如说那个。 我举观察一些老客人，尤其是那种所谓的雀雀笼友，就是说他是带着他的鸟笼上茶楼的那种老茶客，他们那种优雅或者说那种派头，他不是他要喝一坐下来，人家问你先喝什么茶，那如果他们是不说话的，他们当他指指他的鼻子，表示是香片。 当他啊，香味哦，那他指指他的嘴巴，表示是水仙，水仙茶。那大家知道，如果是耳朵的话，那就是普洱了。 那、no, OK，那还有一种茶，台湾比较少喝，叫寿眉，那当然就是指指他的眉毛。所以这一些呃迷人的细节就，就呃让我们很容易进入到这个故事。不过这个故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自从武举判了师门之后，他他的故事是切回到荣师傅小时候，那就是广州。大家讲实在广州的时候，实在是不能够错过一个呃，就是说大家。 大家讲时代广州的时候，不会忘记有一个民国是非常重要的十家叫姜太史。那这个姜太史，他是，他是很特别的，就是说他他是中国科举最后一代的举人的这对，因为举人还是进士，所以他其实当时是呃很第第一个是家门很大，后来他成为了一个呃。 一个一个烟草公司的在中国的总代总代理，所以是家财万贯的。那这个姜太史他出名就是第一方面，他娶了十五个以上的姨太太，然后再来就是除了这么多姨太太之外，他非常非常的懂吃。所以呃，葛亮的小说里头有关于荣师傅、荣医生。 他小时候待过的这个太史第，有非常多影艳的描写。那太史第这里头，呃，史历史上叫姜太史，啊、呃，在这个书里头就叫向太史。但大家知道，他其实就是指射了那个那个所谓的太史第。我们讲啊，呃，就是就是姜太史的这个他的家家门里头的饮食。那为什么？ 这是一个公认的呃事实，是姜太史他他从广州，后来他短暂的时间到香港，后来又回到广州。但为什么他的饮食影响了所谓的粤菜的流变这么多呢？因为他的家厨当时非常讲究，他们讲究到专门为做素宴的呃姨太太都有几个专门做素宴的厨师，做点心有点心的厨师。那这是一个东方版的《追忆似水年华》，所以呃。 张太史的家厨后来流落到香港，变成很多香港私厨或者是俱乐部的一些重要的呃成员，所以这个故事就这样被继续的写出来。我看葛亮这个小说有一个很快乐的地方，是因为他书里提到的其他的书，我也常常会有，所以我可以对照着一起看。那所以这个呢，就是呃。 右边大家看到江献珠的家传，江献珠就是江太史的孙女，所以她是在四九年后啊，她是在广州出生，但是中学的阶段她就到了香港来，后来她在香港住了很多年之后又到美国去，后来才又回来，所以她又传递了，她到了四十岁。 才开始做饭。那他做饭的原因跟我是一样的，就是说他为了他呃离癌的妈妈，想要重现当年他们在太史第吃到的很多非常精致的菜系，所以他开始学做菜。他跟谁学做菜呢？这个时候有一个另外一个。 当我们讲港粤呃，就是粤港的饮食，不能忽略的另外一个食品家是左边的陈梦因特级校对。这个人他是《星岛日报》过去的总编辑，所以呃。 呃，他又曾经在抗战时间担任过战地记者，所以他不是只有非常非常精通呃广粤，就是广州跟香港的所谓的粤菜的源的源头，他还非常知道五湖四海不同地方的吃食方式。所以呃、哦，已经超时了吗？<laughs> 所以所以那个我在看这个书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对照，我觉得非常的迷人。我在这边给大家快速的读一下呃。 太张太史他们家有一道名菜叫做太史舌羹，这道舌羹呢，他说，呃，他让武举，呃，他让阿想，阿想是荣医生，就是荣师傅他的小名，阿想闭上眼睛，一五一十的数这里头有什么材料。他说，鸡丝、花椒丝、冬笋丝、极品包丝、冬菇丝、陈皮丝、姜丝、广肚丝跟鱼云耳丝，然后这个。 这个所有的东西除了要切的极细，只有一个东西不是这样切的，是那个蛇肉。蛇肉必须是要拆丝，用手工拆丝来做的。你看到这个书的时候，小说你就知道这个小说的评剧是经过很大的考证的。后来你再去看不同的人写《太史蛇羹》的版本，包括江献珠的版本，包括陈梦英的版本的时候，会觉得一个菜就是就非常古的菜，它被一直吃。 一直传唱，一直描写，到了今天，非常奇妙的感受。所以香港作为一个看起来极其摩登的都市，但它其实有一个很奇特的历史感，非常东方的元素在里头。好，这是呃陈梦英的《石经》，那我我到现在，它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词典般的存在。我一直希望台菜可能有机会也有这样的《石经》，就是说它是把。 像上世纪五十年，上世纪五十年代还有非常多古菜的时候，食经它它有了很多的记录。那当时还是一个所谓的食不厌精的，呃，烩不厌细的时代，所以有非常多已经几乎要被废弃的，呃，古老的功法在里头也会有记录。所以从《燕食记》一路衍生出来，呃，其他的这些呃粤港的书写，觉得非常的神奇。那最奇妙的事情是。 我们还不止停留在特级教队，特级教队的儿子跟媳妇儿方小兰跟陈继林都还持续的在撰写大量的呃食谱。那他们他们两位也，所以有非常大量的，如果你而且不止他不已经研究到不只是呃粤菜，他连旁边的菜系，包括上海菜啦、潮州菜也有很多很多研究。所以我又可以再把我们两代人的实经故事对照着看，他们把。 特级教队陈梦英的的菜又拉出来，啊、呃，在做呃诠释，包括他们当时，呃，特级教队是张张大千先生形容又会做又会写的第一人。 所以这是很很奇特的一个三代传承。最后我要呃对香港致敬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我才刚回来，我知道刚刚马芳讲香港呃非常呃精神上非常强悍的一个部分，我还感受到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经经历了这么多风暴的香港，它还是同一个香港吗？我从呃。 就就是从饮食来看，看起来好像是很小道的，可是事实上它又是很确实的。我这一次，我因为我不久前从香港回来，我就发现了一件事，就是他们有一个还依旧维持一个很特殊的活力，而这些活力会反映在有一点像是，有点像后知后觉的一个一个精神，就是说。 过去香港人常常会谦称，呃，他们的文化不如台湾。可是我来看，到不是这个样子的。我看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文化的复兴，这是一个香港的杂志。那我们要怎么说它是杂志呢？它是我这几年来呃长期阅读、定期追踪的一个一个刊物。那它叫做《旧戏香港》，大家知道这里头有一个《旧戏香港》的一个一个好像谐音。 梗，然后他又叫做冰。Hong Kong，也就是说，这是一群啊、呃、非常资深的广告人、文化人，包括右一山人啊，包括呃以前《明报》的一些资深的采访记者，已经是非常非常呃，已经是非常高端的一些文化人，他们在中年以后又再来做的一个刊物。那在经历大家知道他创刊是二零一八年，所以已经是经历了所有风暴之后。 但他们认为，如果我们还在自己的土地上，还有什么可以讲的、可以挖掘的？那后来发现，其实非常多，所以他们做出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刊物。这个刊物的创始刊就是一个试刊号，是左边。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文它的文字含量非常高。大家我们现在在呃。 大家都在讲纸本的示威，好像说纸本它一定要非常 I G 化，里头有非常多唯美的照片，才能够吸引大众的眼球。而深度超过一千字的文章应该要没有人阅读才对。而这个文这个刊物是完全反其道而行的，它有大量大量的，比如说他讲李嘉诚，他是用。 方方面面来讲，他他请了一个三十年的财经记者，写了六千字到一一万字的文章，就讲李嘉诚。然后他讲李嘉诚为什么紧紧扣住了香港人的，呃，包括经济的起伏，还有他们人心的变化。然后它里头会有大会堂，对于一个地标建筑的，呃，包括从建筑面，从他的呃，就是他在市市容里头的角色，做各种各种讨论。然后他还会讨论呃。 《人间国宝》白雪姬，她是白雪仙，她是一个越越，这个越剧的人物，也就是说，他讲了古今中外，他讲了经济的人物，他讲了建筑上的地标，他要讲人，然后他要讲吃的，所以这里有一个有一个粤菜还是香港最好。他访问了这个人，这个人叫大师姐。前面我们讲特级校对的孙女是江献珠，江献珠的徒弟是。 呃，有一个非常指标性的就是大师姐，那大师姐就在这里重现了江献猪为她做的第一道菜。除了访谈为什么粤菜还是那么惊喜之外，她她。 做出了一道菜，所以非常精致的摄影跟插画。也就是说，我在阅读这个刊物的过程，除了大量的深度文字内容之外，它的图文版面，包括印刷装帧，真至一个合一的境界。然后厚度非常厚，所以你可以有一两个晚上畅快的读它，仿佛你回到。 过去你最初为杂志悸动，或是对一个综合性的刊物悸动的那个时代，那它这个它这个是那个尺呃好尺松，就是说把所有的东西切到只有两 c e n t i m e millimeter 的的细度，然后里头有呃冬菇冬菇啊，有有干贝啊，有有好尺啊，有各种蔬菜、芹菜、圆锥切的都只有那么那么那么细，然后。 去炒出一个综合的呃菜系。那他说这个菜是一个经典的，就是它完全不是包身赤度那样子豪华的材料，可是它是粤菜的一个基本功，是粗料精做，然后花费非常多的呃苦心去搭配它的它的味道，包括它的它的形、香、色。所以这个是我读这个刊物一个很棒。然后他除了讲访问老中青，就了江献珠，还要再访问。 啊、呃，为什么讲粤菜香港最好？他不能只访问香港的人物，他访问了，呃，就是广州的私厨的做的很好的私厨的厨师，然后他又访问了大班楼的叶一楠。所以有一个我来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诗意的照片，就是说一一张一个一个他们怎么样做一个一个蟹的濑粉，然后讲究到那个他发现那个高汤要怎么样还原。 粤菜的原味，而不会变成一个别的菜式。他说他想要提那个鲜的时候，他试过用日本的呃昆布，但是他发现昆布会好吃，但是他那昆布的高汤调出来的味道已经不是粤菜的味，所以他们就选择用蒸出来的鲜汁，就是那个就是。 啊，拉或者蛤蟆这样子一个贝壳类的东西，把用那个汁去钓这个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呃文化力量的再现。就是当一切不如我们，呃时代不如我们想象，或它不在你这一边的时候，我们是要全盘放弃，还是我们要根植，就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站得更稳？然后这个站得更稳，其实是靠。 很大量的阅读跟爬书，还有呃，我觉得是一个对土地的深爱才能够做到的。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业余的读者，他一个很畅快的阅读的经验，而这个经验他 base 在一个我好像很熟悉，但是又有一点陌生的一个邻近的城市。那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谢谢谢谢爱珠。今天。 最后的一位讲者，我们大家都欠他一声谢谢。我们热烈欢迎张宏志先生，周三读书会的发起人。张先生，您就不用看表了，我们随便了。今天反正罚钱罚定了，现场交给您吧。一五一四年啊，就是离现在五大概五百年多一点，有一头大象啊，被送到的梵蒂冈啊。啊啊，这是一头。 印度白象哈、啊，呃，亚洲象、啊，这个它是一个礼物，呃，送的人是葡萄牙的国王啊，叫美女一世啊，这个这个收礼的人是啊教皇啊，在梵蒂冈的教皇，呃、啊，我们叫做 Le o, Leo p o p Leo Tens 啊，啊这个。 因为天主教有有有特特别的译名哦，他这个教皇是叫良啊，就是善良的良良十四啊。那呃，这个礼物是有有有意义的哈、啊，有含义的哈、啊。呃，葡萄牙这一五一四年啊，各位记得这个时间啊，大航海时代刚刚开始，葡萄牙因为它的航海能力，它的海军。 这个刚刚变成了一个强国啊！这个曼纽尔一世就是那个想要扩张他的国家的这个这么一个雄心大志的一个国王哈、啊。那一五一零年啊，他才刚刚占领了印度一块地殖民下来啊。这各位现在可能都知道，那就是国亚啊，国亚这个地方是一个葡萄牙。 啊，在印度的一个啊殖民地历史悠久，从一五一零年一直到一九六零年，印度已经独立了，葡萄牙才还给他啊。就同样的同样的故事，啊，葡萄牙一五一五年就来到了，就就就抵达了中国啊。他到达的第一个地方是香港的屯门了啊，但他当时衡量他是打不过中国的啊，那时候是明朝啊。 所以，他跟明朝租借了澳门啊。这个租借的的的签约是一五五五年啊。那澳门，它是到一九九九年才还给中国。那就说这个是葡萄牙的，那葡萄牙的那个起点就跟啊这个曼纽尔一世啊是有关系的啊。那我说，这个这个大象的的的礼物是有个寓意的啊。因为印度本来不是基督教的国家啊。 所以这个这个含义就是说，这些异教的地方，这些异教的国家啊，现在都归顺了基督教了啊。所以把一个异国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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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象送给了教皇啊。大象来到了罗马，那就被这个这个装扮起来啊，这个五颜六色的，然后敲锣打鼓，然后吹号角，在街上游行。 那罗马人开心的不得了，因为这个大象没有见过啊，这可能跟当年第一第一只长颈鹿被送到长安啊，大大概是那样的一个情境，所以呃，这个教廷给它取名叫阿诺内，这些大象叫阿诺内，那可能各位在英文里面会读到它是是这个人，这个这个大象是叫哈诺啊，这其实就是意大利文的的的的,的音翻译成啊、呃、这个意大利文啊，因为这个大象是一个奇观啊。 所以当时当就是牵动了这整个意大利那个时期啊，呃，我刚才讲说这个这个教宗梁十世是美第奇家族的人啊，那美第奇各位知道他是佛罗伦斯啊王国的富商，也是统治者啊，那他们也是啊文艺复兴最重要的艺术的赞助者啊，那这个大象来到罗马的时候。 达文西、米开朗基罗、拉斐尔都还在罗马。那所以这个这个大象因为太稀奇了，所以诗人就为他写诗啊，然后讽刺文学家就写讽刺文章啊，然后呃这个画家就画他的画啊，那雕那个建筑师雕刻家就把那个大象塑造成一个啊、呃、一个一个主题放在喷水池底下啊。那呃罗马人说这个大象每到了有节庆。 有祭典都会出来游行，我讲罗马人是很开心的，但大象开不开心呢？啊，我我不是很确定啊。但看文献，它至少有一次啊，这个大象在路上，因为旁边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锣鼓跟那个喇叭有点太吵了，大象就生气了啊，在在在路上狂奔，把好几个路人踢到了那个那个那个泰北河啊，那个罗马的那个河流里面去啊。 那呃，这个教皇也非常喜欢这只大象啊，所以本来大象刚到达的时候，它其实是在呃，是在罗马市区一个一个圈养的地方，后来他就在那个教皇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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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殿里头为它建了一个啊、呃、建了一个小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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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巢啊。不过这个大象在啊、呃、罗马待了三年就过世了啊。 水土不服，或者是太吵了啊！那呃，这个大教皇当然就也有点难过，就这个委托了拉斐尔啊，画家拉斐尔为他做一个 fresco，做一个诗画啊，在墙壁上的那个诗画。那这个诗画现在已经没有留下来，所以我们其实没有没有办法看到那个诗画的。但是拉斐尔这个为这个大象做的素描。 还有他做的那个设计稿，就是他那个那个那个 fresco 的设计稿，现在倒还都还留着的，所以我们是实际上是可以看到那个大象当时的面貌啊。那那个石画底下还有教皇就为这个为这个大象写的啊，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一段话啊，怀念他的话啊。那赠送大象这样的故事不是不是只有这一桩啊，其实还有别的了啊，呃。 还有另外一只大象赠送的故事，这是一部小说了啊，不过是有所本的啊。就在一五五一年啊，葡萄牙的国王、啊、还是葡萄牙啊，这个这个国王是啊，我按照那个发音，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念啊，这个 Don John 才哈、啊，就是唐若昂三世啊，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曼纽尔一世的继承者啊，他呢。 也有了一个主意，他送的要送一头大象给这个啊，Maximilian the Second 啊，这个麦克西米利安二世啊，在当时他要送大象这一五五一年的时候，他是西班牙的摄政，他是那个哈斯伯，他是哈斯伯家族的人啊，呃。 做了摄政没多久，他就回去，就做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了。啊，说这是很很有分量的一个政治人物。那他跟呃这个葡萄牙国王的太太是表兄弟啊，所以大家应该他想说要送一个呃可以配合这个身份，也配合他们啊、呃、的情谊的一个礼物，所以就觉得说把他们这个这个这个国王的这个家里头养的一头大象啊。呃 这也是印度来的啊、哦，呃，送给他啊。那去罗马的那一头大象是海运运过去的啊、哦，是从里斯本坐船坐到罗马啊。那因为葡萄牙跟西班牙是相邻啊，所以你没办法用船送过去啊。那在那个时代没有火车没有卡车，你要怎么把大象送去呢？大象自己就是。 运输工具啊，所以大象啊，嗯，这个这个，在在这个小说，这个小说就是这个萨拉马戈的小说《大象旅行记》啊，非常有意思。用这个用这个故事的蓝本，那它里面就皇后在提出这个送大象的主意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大象叫所罗门啊。”他说：“当然，所罗门得自己走去巴拉多利德啊。” 巴拉多利德在马德里的西北方啊，是从前卡西欧尔王国的首都了他现在重心当然已经来到了马德里啊。他说他自然有是有这个能力的了啊。那接着要去维也纳，他也要自己走啊哈、啊，那没有别的办法啊，长路漫漫啊哈、啊，但是大呃这到这里为止是史实了哈、啊。可是小时候家就开始发挥他的想象力了，因为大象要、啊、怎么样走到？ 西班牙再走到维也纳呢，他就想，他就假想说，这个大象不会自己一个人走去吧？啊，他要有驯象师，他要有随从。那因为送去是一个礼物，说要有要有钦差大使啊啊，要有代表国王的人啊。然后你也不能在路上大象被人家偷走啊，所以要有护卫队，所以要有军队。那大象走路需要补给，说要有牛车。 里面载着大象的饲料、大象的饮水，那因为有军队，所以还要有别的车车队拉着他们的补给啊，所以这样子一群人浩浩荡荡。可是大象不是一个完完全全可以听话的动物，它看到水沟它就要进去打滚啊，然后它想走路的时候它走得很快，那牛车根本也跟不上，牛是没有那个大象的速度的啊。 所以这个小说就是写这个过程，这些千奇百怪，这个这个这个非常多的，呃，非常多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意外，跟非常多的这个这个笑闹的场景啊、哦，当然这是萨拉马戈的特色，对不对啊？我我现在看到了这个《大象旅行记》啊、呃，这个啊、呃、繁体字还没有译本，呃，这个呃。 这个中间那个就是《大象旅行记》，这是这是大陆的一本。不过，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时报出版社重新整理萨拉曼戈的作品啊，啊，每本都变得非常非常棒的从葡萄牙文艺来，然后我看到他们的呃计划，这个《大象旅行记》是即将出版啊，就大家要特别注意啊。萨拉曼戈当然是一个是奇奇想之人啊。 另外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就是《死神放长假》，呃，他就是就是有一天葡萄牙突然间每一个人都死不了了，都不死了啊！一开始觉得是个天大的好消息，接下来就发现人不死是很多灾难啊！马上殡葬业就出问题，然后接下来就医院也出问题，养老院也出问题，因为所有的人都只病只老但不死啊！那也有人是活着是很痛苦的啊！ 那所以他是想死的，他死不了，所以只好想办法要偷渡到其他国家，以便可以死，因为其他国家的死神没有放假啊。那呃，又又因为需求者慢慢越来越多，所以又形成了另外一个产业，就想办法帮你偷渡哈过国境，然后以便可以呃安息的这样的故事，所以当时非常有趣。那可是也也让我想起来。 我们台湾也有很有名的大象，比如林旺，对不对啊？林旺是一个缅甸象啊，它是生在缅甸的啊，它是被日本人抓去做工的啊，集中营里面那个劳动的大象，结果这个这个日本军队被这个孙立人将军带的这个这个中国军队呢打败了，所以。 打败了日本人之后，孙立人就俘虏了十五只象啊，和他们的驯兽师。那打赢了这仗在缅甸，但他退回来回到广州，这十五头大象就跟着他回到广州。不，路上死掉了六头啊，嗯，因为可能一路还要做苦工了啊。到了广州之后，他就分别把其中的两头送到北京，两头送到上海，那留下了一部分，然后。 马上国共内战快结束，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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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又要撤退了，所以有剩下两头大象就跟着孙立人渡海来台哈。那一开始还在高雄左营军营里面劳动啊，他们是是军用的象，但后来觉得这个象没有用了，所以这两头大象到底要怎么处理？先在高雄住了一阵子，最后送来台北圆山动物园。 最后成为野山动物园的代表性的啊主角啊，那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大象身不由己啊，颠沛流流离啊，是常有的事啊。但这个不是我要讲的故事啊，因为一五一四年送给教皇的那头大象出尽风头啊，罗马人都知道。可是，一五一八年教皇还收到另外一个礼物啊，这礼物不是大象。 是一个人啊、哦，这个人呢，一五一八年，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这是西班牙的海盗，因为那个时候呃，基督教跟回教是有很大的张力的啊。各位知道，这个这基督教势力当然在西欧这边啊、哦，那意大利当然是他的啊，因为罗马为中心是他最重要的地方。可是，在他的呃这个。 北，这个东北边有土耳其人的奥斯曼帝国啊，步步紧逼，而且已经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啊，就今天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伊斯坦布伊斯坦堡。南边呢有北非跟阿拉伯半岛，那是阿拉伯人啊，所以这个都是回教徒，所以回教徒夹住了基督教的这个这个这个帝国，基督教。 也历史上也有过七次的十字军东征，是打回教徒的。当然，这个梁啊，这个教皇梁十适的时候，距离最后一场十十字军东征已经两百年了，是他是没有打的。可是这个教皇也是一个有企图心的教皇，他也觉得应该要有再有十字军东征啊。 这样子的的的的的,的备战的去的的企图，所以西班牙人在这在在地中海劫掠了抢了一艘阿拉伯人的船，抢了一艘穆斯林的船。除了财物以外，发现船上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这个费兹古城啊摩洛今天的摩洛哥这个地方的苏丹的一个。 高级外交官啊，他的工作是帮苏丹去看他的整个，呃，当时叫说的 Magreb 啊，就是北非的回教帝国的左半边啊，右半边是埃及啊，左半边就是今天的突尼斯啊、利比亚这个摩洛哥这一带啊啊，他是要去巡视这些国王的领地，然后要去跟埃及打交道，也要到阿拉伯半岛。 打交道的这么一个外交官，所以这个西班牙这些这些歹徒就把这个人送到了希腊的一个基督教军团。这个军团就觉得这个人极可能有情报的价值，如果你要打仗的话啊，就把他送给了教皇，目的是要从他身上理解你的敌对国的讯息啊。但教皇接触这个人，发现这个人知书达理。 这个非常博学，是个读很多书的人，就好像对他就觉得有点尊敬啊，所以就想用怀柔的方法啊，所以就把他收在教廷里头啊，给了他俸禄，给他薪水啊，给他自由行动的自由，还让他可以使用梵蒂冈的图书馆啊，今天都还。 那个图书馆，他都还留有他当年借书的记录啊，五百年前啊。那呃，不过教宗保护他也只有三年啊，因为三年后教宗也死了啊。那新的教宗这个好没有这个没有信心让一个这样的人留在教廷里，所以他啊，这个这个这个就让他给自由行动，所以他后来就到去了波隆纳或到其他。 这个意大利去旅行啊，那呃，他在到达梵蒂冈的十八个月后啊，他这个受洗皈依这个这个这个基督徒啊，被教宗释名叫 Johannes Leo de Medici 啊，所以教皇把自己的信也给了他啊，叫他约翰里奥啊。 但因为当当时的人就就因为看他是一个非洲人，就叫他非洲人里奥，所以叫 Leo a f r i c a n e s s 啊。但他在意大利生活，我当然有各种说法了哈，因为因为历史悠久，所以但那九年当中知道的那九年，没并没有那个同时代的人记录他交往的经过啊，也没有拉斐尔的素描啊。 所以其实这个人的的故事相对是比那个大象要隐晦很多的了哈。不过他他后来显然留下了一些东西，我们现在是看得到的啊。我刚才讲说他在图书馆借书啊，那他写了在波罗那写了一些书，有一些是幸存下来的啊。比如说他有一本拉丁文、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对照的医学用语的词典啊，他也写了一本阿拉伯。 文的文法书，但这个都残缺不全了、啊。但有一部大书啊，他写了一本书，是讲他所认识的非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地理志啊。这这本书被称为啊，这个这个非洲志啊，《Descriptions of Africa》啊，Africa, 啊在一五五五五年，为一九为一五五五零。 一五五零年啊、哦，对不起，一五五零年在威尼斯被一个出版商用意大利文编辑出版。我特别这样说，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看过他的原始手稿，所以他原来到底是用拉丁文写，的，还是用意大利文写的？这到底是一个，是一个，是一个翻译，还是一个他的原原著？我们现在并不并不确定啊。那这个书呢，很快就被因为是大航海时代，大家对。 任何一个国家的地理知识是感兴趣的，所以就被译成法文、译成德文、译成英文。这几乎是塑造了那很轰动啊！就在地理学者圈里，大家都觉得这个书很重要，是为欧欧洲人对非洲的理解和想象影响深刻，差不多就像是马可波罗的游记对欧洲人让他们对东方的想象一样重要啊。 所以，因为这个书就一直到今天，这个书是一直都在都在出版的，研究者也非常非常多啊、哦。那各位，我我那时,时间也很少哈、哦。不，我是真正这个这个，当时我听到这个计划说我们要来讲一本啊，二零二四年我要读的书啊。那一开始觉得这个计划很有意思，可是仔细想就觉得，哎，这个很困难啊、哦。我怎么要去讲一本我还没有读的书呢？啊。 那如果你读一下，你你读了来讲了，那我们就变成说谎，对不对啊？那后来我想，也不是不可能啊。就一个，要不然就是重读了啊。一本你读过的书，你打算重读，那你先讲你当年的经验，然后读了之后再回来讲再读的经验，这也许是一个办法。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说，那不然我们讲经典啊，因为经典就是大家都知道，那大家都没读的那个书嘛啊。 好、呃，好了，往事追忆录哈哈。啊 <laughs>？那我我是说，那这样你也也也有故事可讲哈、哦？可是我觉得不，这个没有意思。也许我会试试看，我也许可以试试看讲说那一本书会怎么样来到你面前啊、哦？就说，哎，你为什么会选择一本书？那这当然就跟这个李慧珍刚刚说的故事有点像了啊、哦。我会说一本书会如何找到我啊、哦？我我的我这个故事太长，了，我简单的讲，就是我在。 十月份的时候，在台中中央书局的周三读书会讲了这个市场旅行文学啊。那我挑了四本书，里面起码有三位作者啊，其实四位都是了，不，是，三位是特别是，都是我年轻的时候着迷的作者，是我我追踪他们的故事，可能都追踪了三十年啊，看的各式各样的书啊。 那我挑了它之后，当然我得要准备啊，我得要重读，把那個书拿来重读。那这个重读，因为以前是三十年陆陆续续读的书，现在压缩在几个月内把那三十年的书重读，当然就感受很奇特啊，又熟悉又陌生，对不对？又好像是重访老友，又好像是回忆青春啊。 但是更糟的是，你读下去就发现你以前都没读懂，这个地方有有有问题，那个地方有问题，其实你是有很多漏洞的，你就觉得要补齐，所以我一面读就一面一直买书，啊，一直上网去查，一直到到处去查，啊，到就这个书我应该补，那个书我应该补，这个故事我应该，结果这样子找找找，这个这个是一个啊、呃、物理原理嘛啊。 我的演讲结束了，可是这个找还没完啊，所以就继续找，就各种旅行的书就跑出来，所以当然就回到了我刚刚说的，我预备要读的这个叫《t r i s t e r s Travels》啊，这个书名，因为我还没读嘛啊，我遵守我就是忍住啊，我把所有旁边可能可以找的书都读了，就留这本书要跟大家一起读哈。 说：“所以我暂时把它译作《幻术者的旅行》，这个名字可能是错的，因为读完我才会明白这个作者为什么用这个名字啊。因为 t r i s t 是个骗子，或者是个啊魔术师，或者一个是什么啊？那我猜想这个书名极可能真意是‘骗子走四方’了啊，或者‘骗子啪啪照’的意思啊。那我本来以为他没有中译本，后来我找到二零一八年中国大陆是把它译出来了，他把他的名字译成。” 行者诡道啊，诡道当时用了《孙子兵法》的的典故了啊，就兵者诡道也。但这个有点怪，因为真正这本书的意思应该是诡者行道才对嘛啊！哦，这是鬼者在哈在在在路上走的意思啊。那它有不同的英英文美国出版、英国出版用了不一样的副标题啊，在。 英国版本，它的副标题叫《The Search for Leo Africanus》啊，但在啊，对不起，这可能上一页是不是有？OK 啊，但是它的呃，这个美国版的名字是叫做《A Sixteenth-Century Muslim》啊 b e t w e e n Worlds 啊，十六世纪一个夹在世界当中的。 穆斯林啊、哦，中文呃，大陆的译本说他呃，这个十六世纪文人的双重世界，这应该是蛮准确的了哈。那呃，因为这个这个故事是让我感到好奇，因为因为因为这一个人在一个回教徒落到了这个基督教世界啊、哦，然后呃，这个这个这个在基督教世界受洗。 在接触下世界，写了一个面对欧洲人的非洲书啊。那后来这个人，按照后来的历史，当时他又回去了，回去了非洲，又恢复了他的回教信仰。这个时候的规则当然就是他反复这个这个宗教的的信仰，也许是为了求生存的不得不假装皈依的样子。 所以这个作者其实是要追索他的心路历程，跟那个时代他的处境啊。那作者我们是认识的啊。作者 Natalie Zemon Davis，台湾其实至少有译了他的三本书了啊。可能大家最熟悉的是《马丹盖赫返乡记》啊，因为这个因为这个故事有拍过两次电影啊。那呃，这是连经出的，麦田出过他的。 档案里的虚构很有趣的，因为那里面都是死刑犯的忏悔录啊。写忏悔录的目的是要给那个教皇或者新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当地的教区的主教看，或者国王看了之后，每一年国王或者主教都会挑一两个死刑犯出来特赦啊，让他活下来。 所以每个人都要把自己讲得很惨，讲的啊，讲的这个这个这个他的犯罪是如何的一时气愤啊，那所以这些故事也都有人在帮他们写的啊，所以尽管他在档案，但其实他是虚构的啊，所以他其实是用把这个教廷记录找出来啊，看到这些有趣的事，还有一本书叫做《奴隶电影与历史》，这是左岸出的啊。 中国大陆出的多一点啊，因为他还出了我刚才讲《行者轨道》，还出了一本《边缘女人》那。那呃，Zamon Davis 恰巧就在我买这本书的时候过世了啊，他是十十月二十一号过世的，享年九十四岁。他是欧洲近代欧洲史的专家，也是小历史，所谓的 micro history 啊，类似像各位看石井间的《王室妇人之死》这这样子的小历史。 文化史、女性史的代表人物啊，那他有一个很有名的的理念，就说我要为历史上边缘之人发出声音哈。所以他写的故事，要不是女性，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女性职工，啊，做做做劳动的人、奴隶、死刑犯的这些人，那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叙述能力的人，说是像小说一样好看的叙述历史啊。不，事实上。 啊、呃，事实上、这个，这个这个这个非洲人里奥在，在在这个这个 z a m o n Davis 写成历史叙述型的历史之前的二十年，其实是有过一部小说的啊，有一个阿拉伯背景的人啊，是黎巴黎巴嫩人，但是他后来后来是是在在法国，所以他啊、呃，这个这个用法语啊、呃、写了一个啊。呃 书名就叫就叫做《Leo Africanus》啊，它是一个伪自传啊，就是以这个这个这个里奥非洲人里奥的自传的方式来写的，不过这是一个这是个历史小说啊。那这个作者当然也是一个一直想要用阿拉伯的视角来平衡欧洲人对对对某些事的看法，所以他也写过啊，阿拉伯眼中的十字军东征这样的书啊。那里面有一段话是由。 由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非洲人里奥这个这个人的字数哈，他说我：“我哈桑啊、哦，那个非洲人里奥，他原来在非洲的时候，他的名字是 L 哈 L 哈桑 L 扎扎 L 哈桑 L 哈桑，所以中文啊、哦，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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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作啊，这个这个啊、这个这个、哈桑瓦桑啊。哦”他说我：“我哈桑是工程监督人穆哈。” 马德之子啊，他的父亲叫穆哈马德，他父亲的工作是在市场监督这些秤有没有呃有没有公平的啊、哦？他说：“我上里昂美第奇，这、就是他的基督教名字的梵文发音啊。哦”他说：“理法师为我行割礼，教皇为我洗礼。”这一句话当然有一个历史背景啊，啊、哦，十、呃、八世纪以前没有外科医生这回事啊。哦 医生只会看病，但不会动刀啊，所以动刀是理发师的事啊，所以外科医师是由理发师来兼任，说啊，你要锯腿啊，你要割肚子，你要干嘛，都是由理发师来做的啊。所以行割里是理发师啊，是 barber 啊。那啊，他这是要描述他的他的生平的离奇了啊。他说，我现在被叫做非洲啊，啊 f a k e n e s s 但我并非生在非洲，因为他是生在西班牙的 Granada。 是在摩尔人还占领西班牙的时候生的，然后他搬到了北非啊，马上好啊。那呃，这个，所以我不生于欧洲，也不生于阿拉伯，我也我我也被叫做格格拉纳达人，也被称为费兹人，被称为扎扎伊特啊，扎伊德伊提人，但我并非来自任何国家、任何城市、任何部落。 他说：“我是道路的儿子啊，我是我我的国家就是路途中的商队啊，Caravan 叫做骆驼商队啊。我的生活是最不可预测的旅行啊。从我的嘴里你会听到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卡斯提尔语、波波语啊，Berber 就是那个摩洛哥里面的原住民的语言啊，希伯来语、拉丁语啊，和粗俗的意大利语啊。” 这说明他会的语言啊，因为所有的语言、所有的祷告都是我的啊。好，各位，其实重点才要来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好像呃不小心把它呃，我要怎么样回到？对，可是他没有办法上去啊。好，来，我看看你没办法，或者不要管他啊。呃，好。 因为这个书我是引起我的，就是我注意到这是一个掉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但我年轻的时候读过一本书啊，这本书叫做《海陆注》啊，这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掉落到其他世界的人啊，他的流浪时间是在一七八二年到一七九九五年之间，就乾隆年间的啊，那这个人不是一个能写作的人啊。 所以，根据替他笔录的人，这个人叫杨炳南的序啊，介绍了这个人。他说：“余乡有谢清高者啊，我的家乡有一个人叫谢清高啊，少敏义，小时候很聪明啊，从假人走海南啊，指的是说他跟着商人到南洋做生意啊，遇风覆其舟，被台风把把这个船，这个这个这个翻了。” 整鱼翻捕，被外国船救起来，被个英国船只把他救起来，可是英国船也没有空把你送回家乡啊啊！所以他就只好跟着这个船呢，就遂随贩焉，就一起去做生意。那每岁便利海中诸国，所自则习其语言，到哪里就学他的语言啊啊！记其岛屿、恶塞、风俗、物产。 十四年而后返粤，十四年后再回到广州啊。那那个那个这个，他说这一个人呢是自古服海者所未有也啊。后盲于目，因为已经瞎了。那他他这个这个不能复制生产，流域澳门以通译以自给啊，去做翻译好，因为他会很。 其他国家语言，说做翻译来来维生，所以这个秀才呢就觉得这个人很可怜，他就想要记录他的故事，所以当就是把他的故事记下来啊、哦。呃，调到另外一个世界，当然很多故事了啊，比如说最近小说家匡玲秀写的那个巴贝塔学院，其实也是一个调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故事的人啊、哦。那谢清高这个故事很神奇的哦，因为他当时记录了很多他看到的的地方哦，比如说。 他讲他们去到一个地方，叫做叫做伦敦啊、哦，但我们讲他知道他是伦敦了啊、哦。他说，他说桥各为法轮，积水上行啊、哦。每一个河流里面都有大法轮，把那个水这个往上往上走啊、哦。以大习管接住通流，用大的习管让那个水可以流通啊、哦。他说，藏于街巷道路之旁，人家用水。 都不用去挑啊，哦，在家里用小小法轮啊，然后因为小铜管接于道旁，藏于藏于墙间，别用小法轮机之，使助于气。所以，然后王呢，国王呢，按照户口收起水税啊，我们叫做这个是自来水公司收钱的啊，这个是是是是一七五零年代的事啊。 他还讲说啊，他去，他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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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人啊，呃，他讲说，对不起，我找一下啊。他说，他说英，他寄到英吉利啊，英国。他说有吉庆严客引宴的时候，就叫只要有那个年轻女子、年轻而美丽者，盛服跳舞，歌乐以和之啊，婉转轻盈，为之跳戏。 富贵家女人无不幼而喜之，以俗之所喜也啊！讲、哦、的讲这个这个这个，英国家贵族家庭开舞会啊、哦，这完完全全是傲慢与偏见的模样，对不对啊、哦？那如果你看他里面书里面提到的国家啊，比、哦、如说他提到到到呃不在在在南洋这一带，他提到西岭就西兰了哈，提到格力谷底啊，吉尔卡达啊，加加,加这个这个加尔各答。 曼德拉萨啊，马德拉斯了啊，明牙腊啊，孟加拉啊，然后他到了欧洲，就数了说有布鲁基士啊布鲁 u g 啊，那葡萄牙了啊。他说伊系班惹尼啊 e s p a 啊，所以是西班牙啊。佛朗基国，法兰就是法国，荷兰国，银兰尼这比较怪啊，这是爱尔兰，这是爱尔兰的葡萄牙语发音啊。然后他说。 雅里皮娃啊，是安特威普，就是比利时了啊。然后意达涅啊，意大利啊，那个丹鹰，那是丹麦哈。布鲁写，那它就是布鲁西亚，就是布鲁士哈。呃，英吉利啊，这些名称已经很很惊人了。那他又说，呃，从英吉利往西海巡海巡巡至，又有梅里甘国啊，美利坚了啊。 那他也注意到说，这个国家很特别，自王至于庶人，无二妻者，没有人娶两个太太的啊，一夫一妻制啊。然后他说，再往南啊，还可以有延米路啊，里约热内卢了啊。然后有有到了往美国再往西，就会碰到巴布亚、那、啊、那瓦夫岛、瓦西岛、斐兹啊、斐济了啊。 呃，木格就是 My g a e 啊，所以他的行踪没有完哦。他瓦福达又往北走，一直走到开渔啊，这个地方叫 Korea，这些是呃、啊、俄俄国的北方群岛的一部分啊。呃，我在旅行的时候到了呃、啊、北海道的根室，看出去就是所谓的有增值的这个北方四岛啊。这四岛在北一点就是开渔，所以他到了那么北的地方，然后他说当地的人呢。 形似中国，长得像中国人，他讲的是爱斯基摩人啊，讲的是爱奴人啊，那所以他走得非常非常遥远啊，呃，各位，这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陷落在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啊，那呃，我遵守规则，没有讲啊，这个真正该讲的那本书啊，那呃，我把其他可讲的呃讲了一点哈。 那这当然也告诉我们旅行呃为什么重要？因为旅行就是世界的对照啊。那等我们对世界完全了解的时候啊，就是这个这个世界理解的完成时啊，也就是旅行的末日啊，我们就再不需要去理解另外一个世界了。这是我今天带给大家的想法，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张先生，您请留步，请留步。 呃，我们在一开始策划活动的时候，詹先生第一个把他的书单开出来，大家看到都吓坏了。主办人就问詹先生说：“您知道我们每个人只有十八分钟吧？”他的回复是：“我了解只有十八分钟，我不确定十八分钟是否了解我。<laughs> ”再次谢谢张宏志先生，谢谢。然后呃，今天的周三读书会，最后我想再邀请每一位讲者上台来，好不好？ 我们再次邀请李慧珍、张伟雄、宇文正、钟永峰、焦元浦韩良义、刘克湘，还有洪爱珠。呃、uh,，我们先给自己鼓个掌，我们一起成全了这么精彩的一个夜晚，恭喜大家。然后我想邀请大家替今天陪着我们一起加班到现在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鼓鼓掌，谢谢他们，谢谢。 谢谢。周三读书会还会再继续下去，我们就后会有期。最后代表大家向各位深深一鞠躬，谢谢大家，谢谢，谢谢。